日子是不禁过呀。是啊，那会儿还觉得我们俩小孩呢，可不吗？现在回头一看，都老头了都。啊，这都五十多了，现在还行，还行吗？啊、现在五十出头，是就还可以。嗯，真有一天到七十八十九十了，嗯，要再想说相声就够瘦的了。七八十岁了，你到这点儿，咱俩人早困了。对了，岁数大了，精力神儿 不就是呗，对不对？嗯，五十，嗯。六七十可能还行，真到八十那我估计就够巧的。八十没问题啊，行嘞，谢谢您吧，我借您吉言啊啊！但是你说真，我八十了，他比我大四岁，八十四，八十四，他正好是。嗯、咱就不强调这坎儿了，行不行、啊？那倒不重要啊。你看我八十，他比我大四岁，到那会儿我们说我出去演出去，是家里的孩子也得拦着，不让去了。那可不呗啊！你这儿子就得说我，这别出去了。嗯，那么大岁数在外头演出去，这我们不放心，对，怕出事儿，得拦着。嗯，您家里也得拦着呀，都不让去。您那个儿子郭小宝是吧？郭小宝叫什么？别往下说了，于，姓于。哎，姓什么不吃饭是吧？那不行的呢。您的儿子也得拦着您啊。是，别出去了啊。这个岁数，今年您八十四，对是吧？您今天是坎儿啊，我用他提醒我呀，我。你要在家里的好料理，你出去上哪儿找你去？是不是？我非死外头是怎么着？孩子一份孝心呢、啊。啊，这叫孝心。俺的儿子疼他，是，这不是又该做体检去了？那倒是，他最出头上医院，嗯，不爱去。我不去。嗯，那会儿您儿子就得急了，是吗？给医院打电话接您去体检去，非去不可。孩子一片孝心呢。啊，给您送医院去，回头还得给我送信儿来。啊，得告诉您一声，那是通家之好，你不告诉我，过后知道我能翻脸啊，真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您儿子上我这儿来了，嗯，他来的时候我中午刚吃完饭，哦，我得躺会儿，那叫午休啊，我正睡觉呢。嗯、哎，这谁？这个您的儿子进门了，哦，哎，一进门看见郭麒麟了，哦，在家呢，啊，嗯，大哥，嗯，郭麒麟看看，哦，这老二回来了，哎、怎么个排行啊？这是啊，这是这么闲着啊、嗯、啊。啊您没拍戏去？哎，天儿不好，不爱去。哦，正说着呢，嗯，郭汾阳过来了，哦，就我那小儿子是安迪过来了。哎呀，二哥来了，都知道这个啊，我来了。哦，那个咱爸呢？对，等会儿，咱爸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显得那么亲切，哦，显得亲切。哎、咱爸那儿去了，嗯，老头睡觉。哦，啊，咱们喝点吧，还喝？哎，开开酒。炒几个菜，嗯，哥仨坐一块连吃带喝。你瞧，等吃的呢，我打屋里出来了。您睡醒了？睡醒了啊。嗯、哟，嗯，二的回来了。你们这一家子排的顺序不错呀，这个。他赶紧过来了。嗯，我要跟您说点事儿。说吧。谦儿大爷住院了。回来去，去去去，别往下说了。怎么谦儿大爷了？他第三人称嘛，都这么说嘛。跟我有什么第三人称的呀？我说什么病？不是，就是体检啊，体检也不行。是，你们仨别喝了，嗯，赶紧弄车送我上医院，我看看他。哎呦，您要探视，不放心，真好。哥仨开车送我上医院瞧您去，真好。到这一瞧，坏了，怎么呢？电梯坏了，上不去楼。您在十二楼，还挺高。这仨小子，咱回去吧。别看门也没有，嗯，扶着我爬楼梯，十二层，您要爬上，我得看看我哥哥，多好啊！仨搀着我，哆里哆嗦。哎呀，八十岁的我。上十二楼，非看不可。终于到十二楼了，嗯，这儿写着呢，嗯 ，ICU， 我不是体检吗？跟我弄 ICU 去了。因为这个医院跟咱都是对口单位，是吗？给您本来啊办的那叫那个 VIP， 那多好啊！我加点钱给您改的 ICU，、嗯、我用你啊！我打开门，嗯、于老师在那儿躺着，一身都是管子呀。我瞧出病来了，这我眼泪都下来了，是吗？把这仨推开了，嗯，两步到跟前看我，把管子都拔了，这就我去你弟，干嘛？现您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着？见不得于老师受苦受罪哦，早点死就好了。哎、拔管子干嘛？哥们儿，这份心思啊，对，对我好，这八十。真到九十了，你让我拔管子，我都没那个劲儿了。您八十都拔完了，我就活不到九十了。哎呀，真到九十啊，真到九十，咱俩连矫情的劲儿都没有了，
就不正经了是吗？哎呀，我九十，你就九十四了，可不是吗？小一百，你奔一百去了。对对，那会儿咱俩人活着就是胜利。哦，只要活着就成，咱能干什么？顶多比如上午天好，嗯，给咱俩搁到院子里边坐会儿吧，晒晒太阳，可不就这个呗？啊，也是，看看树枝的小鸟。哦，跟前有条什么小溪啊、小河、金鱼池啊，还有水，看看鱼，啊，闻闻花香，嗯，也就这个呗。这就不错，咱俩跟这一坐，对吧？使多啊！一会儿嫂子过来了，哦，那你媳妇儿过来问，是那个喝点什么呀？这都得伺候着了。我说，嫂子，给我来一杯冰可乐。好家伙，这岁数，嫂子就得数了我啊！九十你还冰可乐你？你是要疯啊你啊？没错，来杯温的柠檬水，哎，养养胃。也就这样啊。嗯，待会儿嫂子又来了，哦，水果要什么呀？吃点水果。我说、啊、冰箱里有大西瓜，切一半给我来个勺，我自个儿蒯着吃。这是玩命的。你这拉倒，不要命了你 啊！嗯，来一片苹果，来一个荔枝，嗯、好不好？他都得控制点。也就这样了、嗯、啊！一会儿到中午了，中午吃什么呀？嗯，我说给我啊蒸一块鱼，要一个土豆沙拉。哦，来一小碗啊这个小米粥。嗯，就行。是，嗯，哎，他可半天没理我了。他是这样啊，您说说，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？我怎么就丧失语言功能了？十年前一次医疗事故啊，你不会说话，那就不理我了。也问你了，你没搭茬，我们认为你不饿。好家伙，我就饿一上午。哎，一会儿到下午，下午茶了，嗯，问我要什么，我说来一杯红茶，嗯，要一片小饼干。是啊，水果有点也行，没有也不吃。哦，就聊会儿天儿。是，待会儿天黑了，问我晚饭吃什么？晚饭，我说蒸一个苹果。嗯啊，有牛肉呢，切两片就可以了。你瞧啊，冲一个鸡蛋，别的不要。哦啊哦，嫂子她吃她的，嗯，我吃我的。哎，吃完之后天就黑了，我们俩在屋里看电视，啊、还看电视。沙发，我坐沙发上，嗯，看电视啊。哦哦，这有一壁炉，哎。嗯，嫂子坐那沙发上织毛衣。哦，我们俩这沙发必须离着稍微远一点。为什么呢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还挺好。那是。哎，我再问一句啊，这时候我在哪儿呢？你还在院里那轮椅上坐着呢。嚯，没给我推进来呀？不是，因为中午之后外边下暴雨了，我们怕出去衣裳湿了，所以就没管你。那我就一直在外边着着，你也没喊，我们觉得没事儿。哎，这好。下次要再遇上这事儿啊，麻烦您一档子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别忘了给我推河里去就完了。你们俩这事儿，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。你说好吗？你看，你看啊，这人他没劲就在这儿了。废话，是吧？他老憋着归我，你是谁呀？话虽如此，但是不希望老了那么快。那倒是。尤其谦儿哥，我们合作半辈子了，啊，有谦儿哥在我旁边，我是最踏实的。过奖，因为我们了解自己，咱俩也干不了别的啊，咱俩也就说相声，啊，对，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，哦，说相声的命，人生在世就这俩字儿，命运，哦，这俩字儿，哎呀，命是命，运是运，哦，还分着解释，命是不动的，嗯、运是动的，怎么讲？命就是出场设置，哦，哎，你一出场就告诉你你是说相声的，你唱快板的，你唱三段快书的，啊、哦，就这一辈子就这样，这改不了，这是出场设置，哦，运是活的。怎么个活法？哎，一动一静来回转，就跟那八卦那阴阳鱼似的。哦，这两条线会左右人的一生。你看这个，各位啊，这不是封建迷信、哦、啊。人对宇宙的了解顶多到5%，不多。哎，天下很多事咱们其实闹不清。嗯，你不能一句话，这封建迷信，其实并不科学。啊、哦，你看有的人命好运不好，有的是运好命不好。哦、这么讲呢？你看，比如命，于老师命很好。啊，命好！你老生这个大户人家，嗯，吃饭都是黄金的碗，嚯、哦，黄金的盘子，翡翠的筷子，哎，就可以了吧？太有钱了，这个命太好了，没问题。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您被拐卖了，嗯、你卖到非洲赞比亚，当地的美食叫恩西玛，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，我喝棒子面粥，金盘子银碗，喝一辈子棒子面粥，那管什么呀？所以命好运不好，哦，这也不行，要说咱。运好命不好，这个怎么说？你看，比如说您运气最近很好，哦，美国洛杉矶地区要选一个华人的领袖，
啊，那好啊啊，嗯，洛杉矶要选一个，选一鸡头，对啊，去，没听说过，那不叫鸡头，那叫什么啊？那就是领袖首长，就选一个啊，选一负责人吧。对呀、啊，哎，那么些个华人，最后选的您，啊，我当这个了，您这个运好不好？好啊，运好啊，是是是，哎，定的是大年初一您上任，好，年三十喝恩西嘛，撑死了，哎，那我这命运都不怎么样啊，我这。运很好，选上了哦。但你撑死了，那是你的命不好。哦，这是出场设置。所以天下是命运这两个字很难说。哦，有人跟我聊天说爱抬这个杠，说你别说这没用的啊。是，眼见为实，只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，我就不信。也有这话，大可不必。不必吗？大可不必。很多事情不是必须你看见才是存在的。您解释解释。WiFi 您看见了吗？没有啊 ，WiFi 没有。你没看见 WiFi， 你能说世上没有 WiFi 吗？不行，还用着呢吗？对呀、啊，对，声音你看见了吗？声音看不见啊，声大声小，有没有方言，是不是普通话，咱们能听见。对，哪位能看见？看不见，对吧？你要非得看见声音，那必须是澡堂子，嗯，对吧？他冒泡啊！您别提这个了，那个不现实，啊、那能闻见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说咱得讲理啊。是，古人你也没看见，秦始皇你没见着吧？嗯，啊，朱元璋你也没看见，西太后你也没看见。对哦，你没看见这些人就不存在吗？嗯，你这个叫抬杠，对对不对？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，你怎么知道我去没去呢？这话题怎么转那么快呀？这个，所以说这个说相声这个玩意儿有时候就得研究啊。为什么好多人愿意抬杠，愿意排斥一些东西，是由于未知。哦，是因为不知道，人们愿意排斥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。怎么？你比如说这个地上 啊，天津。中华剧院地上有一群蚂蚁在这玩哦，把其中的一只拿起来装一塑料瓶里边，嗯，揣在怀里边上飞机，嗯，啊，我飞澳大利亚吧，嗯，有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，哦，我飞着塔斯马尼亚到地儿，把这塑料瓶打开了，让蚂蚁在海边玩会儿，看看树，看看人，看看沙滩，看看景色，看完了装起来，我还回来，还把它倒在这个台口这儿，嗯，这个蚂蚁给那些蚂蚁就讲，哦，我怎么进的塑料瓶儿，我怎么出的门，哦，我如何过的安检，嗯，我怎么上的飞机，我到了澳洲，这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，我看见这个，我看见那个，他讲完之后，那些个蚂蚁就得活活弄死他，干嘛非弄死他？你说的我们听不懂，所以我们不相信你，哦，就不信。这个怨谁呢？嗯，就怨这个见过世面的蚂蚁。我倒赖他了。当你跟那些人不一样，你要闭嘴。说多了不成？嗯，就是吗？嗯，你显摆显摆，那就得弄死你。嗯啊，所以说人生气排斥都是由于这些东西。哦、这主一直啊跟人来往沟通都是用鸡毛信。嗯啊，突然间回头看见卖手机的了，啊翻脸了，不信啊。他天天吃米饭，白米饭撒点盐就吃，哎高兴。嗯、回头看见十斤炒饭，他急了。哦，不相信，没见过呀。哦，为什么着急生气？因为没见过。啊，那个说相声的在茶馆里演，一天挣30块钱。是，啊，挣完30块钱揣口袋里边。嗯，这听相声这个，您跟我们吃个饭去吧。嗯，啊，带你吃饭，高兴跟人吃饭，饭桌上您把那再说一遍，又说一遍，人家给他50块钱。哦，揣这50块钱出门打车，司机认识他，我听过你相声，打车这15别给了，他觉得这就挺好的。免费啊！你这会儿要跟他说，我走带你澳洲演出去，嗯，塔斯马尼亚，他就翻脸了。哦、他翻什么脸啊？这个少编这个没有这地名骗我。嗨，这叫没有，这就是认知的问题，没到位。所以说，好说相声的得是个心理学家啊、哦，这很重要。你看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研究心理的。你看你得研究，不光咱们这行，哪行都应该研究心理，是吗？你哪怕去个超市，你看看人家卖货的那些位。超市的货还有心理学吗？你看这卖肉的，他那个灯老是红不劲儿的，红的是让你看那个肉鲜，啊、嗯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卖海鲜的灯是蓝的，蓝的。你看那个带鱼那虾老蓝旺旺的，鲜。卖面包的那灯是黄的，黄看着好。哦，他就人物心理嘛。是。哎，这一个架眼上摆的都是方便面，你要买，你买摆后头，后头的前面这排快到期了。哦，买过期了。你上那儿，哎呀，这儿。该结账了，为什么他把那个口香糖什么都摆在这儿了？为什么？人都是有冲动消费啊，那反正也等着，拿俩吧，哦，你就结账了。
口香糖，甚至你跟这儿等着等着一回头，嗯，还有那个平时你不好意思买这东西，啊，啊，您说呀，我这求知欲很强。对，哎，你看这搁在这儿啊啊，我真在里边单独哈，来一面柜台，哦，摆的都是这个，拿灯照着，你过去好意思挑去吗？哦，对不对？你就得跟这儿等着结账。嗯，哎，哟嗨，你看这有生活呀！你看，哎啊，嗯，人售后员也都是，是吧？好，于老师给您啊，我的呀，好家伙！所以说，嗯，说相声他得灵啊，得聪明，你就得研究，这是心理学的东西。是，你看你们出去吃饭去，嗯，上一菜，猪大肠。啊，猪大肠知道，大肠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，它之前是装那个的。嗨，啊，这一说都知道。洗完了，切得了，炒好，这盘端上来，嗯，很贵，啊，卖的贵。你爱吃，嗯，找个碗啊，这碗很新，也盛一碗那个东西。嗯，盛完了就泼。嗯，几个人就刷就烫，高温消毒，药水消毒。嗯，消毒多干净，再给你这碗，你也不会用。哎，还真是。哎，你吃大肠你还吧唧嘴儿，对不对？你看端一盆水，我跟这洗脚，洗完脚于老师您洗个脸吧。凭什么呀？你准不干。当然，可是你到了游泳池你还扎猛子。哎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你可能嫌一个人的味儿不够啊。哈，我得集体的是吗？所以天下事就是两种，就是科学与迷信。你看啊，哦，你什么叫迷信？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，就这么解释啊？你看，你迷迷糊糊信了，为什么叫迷信？哎，迷迷糊糊信了。哦，啊，不是所有东西拿起来就，哎，迷信，你迷信，那个不讲理。哦，不能这么直说。你比如说，吧，这个做买卖啊，人家屋里边供一财神爷，是前面摆一个金元宝，嗯，没有毛病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谁都有追求幸福、追求美好的权利。哦。财神爷到我家，我的生意兴隆，就口彩儿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挺好嘛，讨个吉利。对，但是你打这儿要往歪处走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还能歪到哪儿去？您比如说啊，这门口开了一个相声的小剧场，哦，有相声小园子，瞎说吧。比如说 啊，就这门口是开一个相声小剧场，好，叫什么名呢？叫威尼斯，水的这是。水不是相声小园子，叫威尼斯，这一听就不像个相声园子，就早就听着不省事儿 啊，省得别人举报咱。哦，您还在那这儿还？哎呀，你先防不胜防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相声园子，威尼斯，威尼斯，哎，观众也很喜欢啊，门脸装的金碧辉煌，哦，生意很好啊。啊，对门又开了一家，哦，又开一个相声园子，这叫什么呀？哎，它叫金海岸。好，这俩没水都干不了，合着，嗯。马路对过，马路这边啊，肯定会抢生意。他们俩抢生意，那肯定是听相声的，这边来了，嗯，那边就少了呗。是，所以说这就想办法了。想什么办法呀？哎，两边都会有艺术顾问的。哦，艺术顾问，哎，回来一问艺术顾问，提高艺术水平。顾问说门口啊立两块那个玻璃镜子，嗯，两米高，来两块给它照回去。哦，把这不好的风水照回去，毁它的风水。这叫什么主意？你这个啊，艺术顾问出的主意。什么艺术顾问呢？这边啊，两块镜子，人对过也有艺术顾问呢。哦，他呢？人家让摆四块，又照回来了。哎，这边就上六块，嗯，对过就是八块镜子，哦，全是镜子。他们两家打架，救活了三个玻璃铺。哎，这嗨，对吧？嗯，就是从口碑上再营造一下气氛吧。啊，对不对？说什么呀？这边贴上啊啊，繁荣相声市场，好。那边也得贴上，嗯，弘扬传统文化。这对呀，啊，嗯，那边写上了，嗯，我们都是正规相声，嗯，那边写我们没有特殊服务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这边写 SPA 免费，哦，那边搓澡不要钱。哎呀嗨，您这是相声园子吗？这你听哪句有相声？就说是的，就这种恶性竞争，所谓的要换人家风水，其实这就属于是迷信，啊，这就不应该了。您这说相声的爱信这个。爱信的，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传统文化啊，这东西它是剥离不清的。哦，但是说相声呢有俩特点啊，一个是特别容易信，嗯，一个是特别不容易上当。这有点矛盾，您这话。你看这些年除了那些个气功大师，嗯，那些个高人，嗯，一发照片都是跟影星，
是歌星一块儿、嗯。你看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当吗？哦，这倒真没有。哎呀，为什么呢？说相声进门不是骗钱、嗯、就是偷人。哎呀，嗨，哦，说相声的这比他还坏呢。那、哎、是啊，这就算这些大师们走运，没碰上说相声，沾惹上一个说相声的，他就得倾家荡产。好家伙，我们这行是信，于老师当年也信这，我愿意信这个。于老师17岁就干专业了，说相声，这点我很佩服人。这娃娃腿儿嘛，你看我这些年一直是体制外民间闲散艺人。好，这于老师没法比啊。您太客气。17岁就是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配件艺术团的演员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这个这里边还有相声吗？您这个团这个业务很丰富啊，这面太广了。就在那儿上班啊。17岁有一个相声大赛。哦，有比赛。丰收杯相声大赛，啊，这大赛到对口啊，于老师很希望拿一等奖。我那谁比赛不希望？不是哪那么容易啊？对，就有高人给出主意了啊！你去烧个香拜一拜，让我去拜佛，很好啊。啊，于老师就决定去了。嗯，在哪儿呢？哪儿？北京京西妙峰山。妙，我上那儿拴娃娃去了是怎么？啊，不话，妙峰山就是拴娃娃的地方啊。妙峰山就一个庙，就一个娘娘庙啊，啊，对吧？就一个娘娘庙啊。哦，还有别的？你要说拴娃娃求子，你上娘娘庙。是，你不是求一等奖吗？那有地方吗？单有一个庙，这儿供的是这个冠军老祖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，我都没听说还有冠军老祖。我一说你一听就挺好。哦，哎，于老师就去了。是吗？哎啊，到这儿人庙里有当家的哦，这位施主跟我来。还有施主领到大殿，大殿里正当中供着三位老祖。三位呢？这儿当家坐一个，哦，这边还坐一个，嗯，这边靠下还坐一个。是当家，这是冠军老祖，这边这是亚军老祖，哎，这是季军老祖。好家伙，哦，于老师光光磕头啊，啊，磕完头问当家的，嗯，说以前没听说过，咱们这是属于什么教啊？对呀，当家的乐。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，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属哪儿管、啊、我们归公社管、嗯、哎，公社管。对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是，那我今年17。哦，相声大赛我想拿一等奖。好好好好、啊、雄心壮志很好。好，嗯，来根烟抽吧。哎，嗯，于老师说我才17呀、啊、对，我抽不了烟。你已经抽完了啊？来抽一颗啊，抽一颗。于老师点一颗啊。哦，我第一颗抽烟的时候就这范儿啊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有底子。嗯，你有发展。嗯，是是是。喝酒不喝呀？嗯，酒不会。你看你看，是，哎呦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来来喝一杯。你这喝喝完就一等奖了啊。哦，蹲蹲蹲蹲蹲蹲蹲。哎呀，喝好还打嗝。当家的高兴了是吗？烫头不烫啊？哎嚯，好家伙，我这三样是那儿学的是吗？把头烫了吧。啊，这真烫啊。真听话，坐在那儿盘上卷儿，跟当家的待一天。哎，叼着烟卷拿着啤酒瓶子一脑袋卷儿、啊。哎呀，说我这个艺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当家的说不着急，艺术不着急，你就这个状态保持好了。嗯，有一天遇见一个叫郭德纲的你就算成了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叫什么地方啊？他一说一乐的事儿 啊。单指着这个他成功不了啊。那错不了。你听说谁说拿冠军拿一等奖是烧香拜佛来？那不行啊。当然您信这个也是因为家里边有这个因素。怎么我这还跟遗传有关系？他爷爷那会儿就特别信。啊，对，老人他就容易信。他爷爷关键什么都信。怎么叫什么都信？你说得出来的，哎，只要市面上有的，嗯，哎，他爷爷就全信。他都信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说得出来的这个教那个教。古今中外所有的，只要他能知道，他能记得住的，他全信，啊，没有不信的。到后来，信到最后，他给自个儿定位了，定什么位？我不能再无信乱信了。对，其实我不是个一般人，嗯，我是唐三藏转世。他自个儿说自个儿是唐三藏转世，他说他是唐僧。哎呦，大伙儿不信，您怎么就是唐僧？尤其最近越来越相信了。怎么呢？因为每次上厕所。去解手去，嗯，完事脚底都发黏。哎，您这叫唐三藏转世啊？您这叫糖尿病综合症，知道吗？我认为我也得抓紧时间，
度化世人，度化，哎，你看这个词儿，度化世人，你看出去度人去，度人收费也不高，多少钱？2块钱一个，哦，度一个2块钱，好家伙，你说度一个就2块钱啊？啊啊啊！电焊得多少钱？对，好，是那个度吗？啊，嗯，后来这儿去那儿去，有一天他爷爷到曲艺团去度化。哦，上曲艺团了。哎，有一个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机电配件儿，对，哎，就上我们团了。但是很不幸啊，很不幸，夜里边被这帮说相声的把他爷爷给吃了。为什么吃了？他们说吃唐僧长生不老。好家伙，一团的妖精，合着是？哎，什么话这叫？对，废话，你不能这样发泄你的不满啊！但是这个就各种信这个东西在你们家根深蒂固，全信。你包括他母亲，嗯，老太太。啊，老太太人特别好啊，人是不错呀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台上提到他母亲了。您不长时间吧？因为后来净说他们老爷子了啊。哦，老太太其实很好，老太太遗忘了，很善良，善良，很善良，特别疼人，没错，就怕给人找麻烦。哦，老太太不舒服，嗯，跟儿子说看病去，不舒服，不去，不说，哎呀，难受。告诉于谦送他看病去吧，啊，怕给儿子添麻烦。嗨，这何苦呢？就问别人这有没有偏方啊？哦，找偏方。街坊有那个好人呢、啊。嗯，你呀、啊，京西妙峰山、啊，怎么又妙峰山呢？那儿有一个冠军老祖庙，我怎么没听说？你上那儿求点香灰，哦，求香灰，吃香灰啊，吃完病就好了。哦，那老太太好得了。老太太本来就便秘。啊，他那求香灰，给了3斤香灰。哎呦，我们真没少给。回来之后蒸大馒头，老太太都吃了。哎呀，还告诉我不让喝水，干吃。好，吃完香的难受。那可不，一个多礼拜都不上厕所。那是啊。这后来实在不行了啊，拉出一盘蚊子香来。好家伙，我妈肠子也细点啊。嗯，哎呀，这个不行啊。嗯，又问又高人有没有办法？嗯，有人说了，这个得找药引子。这还有什么药引子？药引子就是你们家亲人身上的肉。这谁出的馊主意？这中国古代关于这种故事很多。有吗？你比如说想当年有一个故事叫割骨奉君。这故事春秋战国啊，晋献公的妃子骊姬、嗯、打算让自己儿子当太子，所以得把那个太子害死。哎呦，太子死之后他的弟弟重耳逃出去了、嗯、带着文武群臣，中途路上没饭吃啊，有个大臣叫介子推，把自己腿上切了一大块肉，弄熟了让重耳吃。哎呀，割骨奉君，你包括24孝丁香割肉、嗯、也是婆婆虐待儿媳妇，儿媳妇还很尊重婆婆啊，婆婆有病了怎么办呢？切自己身上的肉弄熟了让婆婆吃。中国古代这种故事很多。哦，有古人。老太太回来之后想这个事儿，嗯，自己觉得肯定有道理，但是嗯，很难实现。拿谁的肉是谁让啊？是为了我的病好，让家里人切块肉，嗯，下不去手啊，嗯。夜深人静，老太太坐在院子里，一边流着眼泪，是一边磨刀。哎，这干嘛要杀人呢？是怎么着呀？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。人都说月牙像月老，月老他交给我一着刀就把人杀。谁说的？磨刀啊！磨完刀拿这刀电不丁腰，不、哦、进屋了，真灵。站在床这儿，嗯，老太太眼泪下来，又哭了。这事儿干不了。下不去手，真拿心思。嗯，说都是自己家的亲骨肉，那可不是，是不是啊？老头跟我一辈子、嗯，我能切他一块肉吗？那怎么下得去？是不是、嗯、啊？儿媳妇，人家没毛病，人家孩子，嗯、我能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你等一会儿，你等啊啊？怎么了？我爸爸跟我媳妇挨着睡呢。哎，这人丧心烂肺吧？废话，你是站床头数，可不是挨着个数吗？不是，他们家装修啊。装修那几个屋装修都跟这大铺子先忍着，忍着也没有这么忍的。不是你第三个那边就是你，我就废话啊，废我不能在那边中间得隔着我。这有个帘儿啊，哎，有帘儿也行，有一道帘儿。哎，对，这道帘儿把于谦啊隔那边去，哎，把我隔那边去啊，没听说过没有哈啊，就是你跟你媳妇在这儿，哎，不能，你爸爸在这边。对，老头躺着啊，嗯，老太太看着你眼泪都下来了啊，我的儿。我很孝顺，嗯，我怎么忍心？也行，拿刀切他。嗯，
对呀、啊，我都对不起他爸爸。嗯，他爸爸呀，现在云南是，不是在，你怎么不对？你这又胡说八道。怎么回事？我爸不是就这躺着的吗？这个是父亲。父亲不是一样吗？哎，你糊涂，一样，我还说这个啊？哎，不是，你这越说越糊涂。哎，这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，这太重要了。这对，不行，不能耽误时辰，该下刀了啊！哦哦，就吃。思来想去，这吃儿媳妇的吧？啊，吃儿媳妇。哎，金莲啊，金莲，金莲，他姓什么？姓潘。哎，潘金莲。儿媳妇坐起来了啊！老妈，嚯，好，老妈，嗯，不让嚷，我叫你有事儿啊。好家伙，嗯，公公叫完婆婆叫，还让人睡觉吗？什么话这是？什么话这是？出来，出来，院里说了，院里说了，啊、院里说这事儿、嗯。儿媳妇，你跟我闺女是一样的，是妈妈现在啊，说死就死，嗯，就指着这块人肉了。哦，你能给妈妈来块肉吗？啊，儿媳妇大笑弥天，怎么样呢？拿过刀来，咔嚓，哎呦，腿上来一大块肉，给婆婆自己切。老太太托在手里，眼泪哗哗的。太肥了啊！这肥呀，这就别挑了，这就吃这个玩意儿得有手艺。怎么还要手艺？那是他是当药引子用的，是吗？老太太得自个儿弄。哎呦，烧大柴锅，把水倒在里边，底下拉风箱。哎呦，那个风箱拉的咕哒咕哒，那个水烧的哗啦啦哗啦啦。哎呀，把这肉搁在里边去，到五六成熟的时候，是就把它搭出来。哦，小刀拿过来，切了片片的切，切了片片的切。嗯，碎着麻底下，上面搁上整的，哎、兑好了佐料，香菜末、韭菜末、辣椒油、酱油、盐，嗯、和了匀了，扒了吃。吃完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这就好了，死了。那是的，我们爷儿俩，嗯。啊，这是我师父啊，我是徒弟，啊，小学生，没有什么名气，叫孟鹤堂啊，谢谢您各位捧，啊，还挺客气、嗯、啊。介绍完我了，得介绍一下这位啊，啊，这是我的恩师啊，哦、郭德纲郭先生，嗯，是我啊，谢谢，谢、嗯、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带出这么多啊，啊，对不起啊。这儿看得见了吗？还看得见啊？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啊！哎，推吧，推吧。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。他们下去休息休息，我们爷俩给您表演。哎，到我们了。哎，这个说相声啊，嗯，拿我来说，倒是到北京来跟我师傅一块学啊啊。之前不去，之前在老家哦，在黑龙江啊，老家黑龙江的哈尔滨人，嗯，阿城雅沟镇月吉村、啊、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致啊，我怕我丢了他们能帮我找着家呀、啊、这是啊，东北啊，您总东北冷啊，是太冷了，我们小时候那住东北那都住那个什么呀，农村的平房啊，啊，那厕所都不跟屋里头，都跟外头，哦，你怎么冬天上厕所都出去上去，是啊，啊，你没走到厕所，你就得赶紧掏。你等一下，因为我不是东北人啊，啊掏什么？你赶紧的掏那暖宝宝，不冷啊？哦，掏暖宝宝呢？啊，您以为呢？哦、好像棉手套了啊，冷太冷了。嗯，所以说到东北，您琢磨，因为冷，所以民风彪悍。哦，哎，东北人热血，是是。嗯，走哪儿你到东北，你看俩人一对眼神。你准能碰上那句话，嗯，你瞅啥，嗯，对，对吧？你大伙儿都知道这比较那个熟知了哈，这是老话儿。你瞅啥，嗯，瞅你咋的？对，再瞅一个试试，嗯，试试就试试。您到东北，我告诉您，不要陷入这种死循环，有很好的解决办法。哦，有别的技巧。你比如说，你碰上一人，不小心对上眼神，看见了，别人问你瞅啥，嗯。我瞅你长得像我爸爸，就是少挨一顿打嘛，还真是的，还认了门亲呢，对不对？嗯，不能较劲，对，不能较劲。你瞅啥？嗯，你还没说话呢，再一睁眼睛，警察来了。刚才打你那小子长啥样啊？跑太快了，有点啊。嗯，对，你尽量别打架。嗯，尽量。而且我们小时候，冬天冷啊。嗯，我们小时候玩的也多。我们冬天上学的时候，老师都教我们的东西都跟大伙儿学的都不一样。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学物理了，
谁呀、啊？我呀。啊，这东北的教育理念真好啊。啊，小学就学物理。嗯，那么老师教的东西都特别多。你说说，您比如说，老师说那个，您看过那视频吧？用一个热水往天上一瓤啊，然后扑一下变成云彩了。看见过啊？这个老师教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冷空气和这个热，你回去问你们物理老师吧。反正你们也交钱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问去。嗯，我学完了之后回去试试。嗯，我得试试。嗯，回家烧一锅热水，哎，舀出来拿水舀。屋里不行啊，你得上外头去。啊、哦，院里头。一推门上院里头，正好我爸爸回来了。我说爸爸爸爸，你过来过来，我给你变一魔术。你这是你爸爸是岳云鹏他爸爸这个，我怎么剑气郎当的？这是我啊、哦，这是你哦啊，这是我哦哦。你要说岳云鹏的爸爸也行，嗯嗯，嗯，反正咱怎么都不吃亏呢。嗯，我说爸爸爸，我变魔术。我爸爸说变什么魔术？我说往上看，往上看。我爸爸一抬头，我这热水。我爸爸再一低头，脸上滴里脏啷大水泡啊！哎呀，后来总结了一点，什么？夏天不能玩这个，没成功，没成功。老师还教我们什么呢？教你去森林里边，如果碰见大老虎了怎么办？因为东北，这你等会儿这，啊，这都是老师教的。老师教啊，上课的时候老师教，你碰见东北虎怎么办？哦、咬它。那是你们同学吧？告诉你咬他，同学够猛的，好像碰见东北虎怎么办？有一个办法，您各位也学学，可能您这辈子都碰不着，但是您保不齐上动物园瞧见呢。对，你得学着点。比如说你在那个森林里边走着走着，后边听着一大老虎，嗯，好家伙，老虎要卡痰啊，嗯，可是那大老虎在后边走，站住了别动，你听着声了吗？嗯。把这上衣这个拉链拉开，哦哦，这就是有窍门的啊！哎，拽这两个脚，嗯，往上抻，把自己扩到最大，哦哦，过到头顶，哦，之后呢，然后，这不最大了吗？嗯，老虎就琢磨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你这样之后，你猛一回头，嗨，吓老虎一跳。老虎说你瞅啥，然后你说瞅你像我爸爸是吧？那没办法，这个法真好。老师说，但是进森林就必须得穿这种带拉锁的衣裳哈，尽量穿一带拉锁。你跨栏背心不管用，也行，您这挂耳朵上这儿。嗯，老虎瞧你是傻子就不吃你了。嗯，老师说了，这是死之前最后的尊严。这要不要不吃什么劲了？反正怎么也是死，对吧？你还吓一跳，吓他一跳呢。嗯，而且还教我们什么了？比如说我们那会儿都是林区啊，教我们伐木，木头。教你们伐木？对。你到底上过学没有？上过。碰老虎怎么办？还得伐木，然后泼热水。这是老师教的吗？都是我们老师教的。哦。都是我们老师教的。老师后来判了几年啊？他这叫教唆犯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你人挺好的，人东北孩子们得学点这个，要不然你万一你走丢了，对不对？你砍个木头，你轰个火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告诉怎么伐，我们那边都是林区啊，对不对？大人伐木头，小孩都知道怎么往哪边倒啊，怎么倒这个角啊。嗯啊，我学完了之后回家，我也来上那个仓房里边，我说找把斧子，仓房里一找，哎，有一把那个锯，嗯，那是什么？那个电锯啊啊啊 啊！这一拽，这就着了那个。嗯，我说来吧，这不比斧子好用吗？拽着了，我们院里头最大一棵树，过，哎呦，看这树，哦，倒了，好家伙，厉害，嗯，啊，我爸倒的，你多棒啊！晚上回家找我爸爸，跟我爸爸闲呗，我说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那个院里头那棵树把我伐倒了，嗯啊，你爸说什么了？我爸爸过来，当就给我一拳。我说你打我
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罚树呢、嗯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打，人家老师说了，人家那个华盛顿小时候把自己家门口樱桃树罚倒了，他爸爸都没打，他还夸他诚实。你不能打我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我爸爸说了，华盛顿罚树的时候，他爸爸在树上吗？得啊，打！你爸爸这样打你，你想着把这拉锁拉下来。哎，对吧？你不光教这个，还有什么呢？嗯，还有那个钻木取火。嚯、哦！啊，这都是老师教的。老师教的，教那个钻木取火。这是野外生存学校。啊，你这都东北林子多呀，你孩子容易走丢了。要不你搬出东北来吧，真的。这不出来跟您学相声来了吗？啊，弄一根小棍来之前，孩子受了不少罪啊。小木棍弄那一小木板、嗯、跟着钻钻木取火、啊、钻冒烟的位置 嗯学完了回家弄根小棍儿找一木板，那木板找不着，哎，这儿桌上有个木板，对，搁地上这钻，好家都冒烟了，哟哟，这快成功了，都冒烟了。我爸爸一推门，当就给我一脚，我说你出来我干什么，我是钻木取火呢，我这嗯嗯我爸没言语，一哈腰在地上捡起冒着火星子我爷爷的灵位、嗯、哎呀哎呦，就是小时候太欠打，你有点太淘气了啊，小时候确实有点欠打、嗯、啊，要是玩的东西多，您琢磨小时候玩什么呀，小时候那什么砍沙包啊、嗯、对不对，跳皮筋儿啊，啊，跳大绳啊，啊，跳大绳还是跳大绳，跳的都跳都跳啊，跳大绳太多了，啊，你们推铁环，我们老师那个在教我们自己制作那个铁环，嗯，八号钢丝焊上，对对对，拿那个炉钩子推着走，是对不对？我们那小时候你看满操场跑的孩子都这样，哇，都特别开心。你算是恢复的好的，嗯，完了，嗯嗯，东北孩子玩都这么玩，是，都这么玩，嗯嗯，呀，特别开心啊，那东北孩子都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那个玩什么都特别兴奋，对，开心嘛，啊，砍沙包也是，呀，跳大绳，呀，都特别开心，就看出来了，啊，开心，你有点太开心了，那您小时候怎么玩啊？我们没有别的，就这个啊，您小时候推铁环吗？我们也推过，也推。那您推您怎么推？您这么推？没有你那么活泼，是吧？这样的话等不着推就让人打了啊、嗯！那能怎么着？就推着玩呗，一走走二里地呗。嗯，我推的最好谁推我？我爸爸推的最好。哦，我爸推那太好了。哦，那火车道您知道吧？这么窄那火车道，跟火车道上推。那 你说的是铁轨上啊？铁轨上。你这个措辞谁听得懂啊？啊，这么窄的火车道，你这边。啊，在铁轨上推，对啊，哦，那你爸爸推好了，嗯，啊，我爸就在那铁轨上，哈，跑拿那炉钩子，哗，哈的直冒火星子，那快着呢，我跟你说，太快了，我跟你说没个不快，后边火车来了，哎，就玩这个，小时候就玩这个。你爸回来之后，你打他了吗？他比你还淘呢，我能打我爸爸。你来这个，我来不了，我能打我爸爸。对，那会儿那个到冬天了，一到冬天玩的就多了。走、哦、啊，抽冰嘎，嗯啊，那个玩弹球，哎，这个都有啊。冬你们这玩弹球跟我们玩那弹球不一样啊、哦？你们的球是三角的？不是，我们那边弹球只有冬天能玩。冬天我们一年四季都能玩啊，我们那儿弹球只有冬天能玩。为什么呢？啊，要夏天冻不上。冰球啊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哎，开始玩、嗯、玩这弹球。哎，还是你们会玩。嗯，您玩过吗？小时候没有啊，嫌脏。这边不成，这边动不上，那错不了。这边动不上，一弹就瘪了。是是 是，对不对？扔一手是啊，玩弹球，还玩什么？那会儿
有一天，那个是十月份左右，刚上冻，河边上冻了，上面冰上面能走人了。我爸爸说：“走，儿子，带你上那个河边滑冰去。”你看看，这是滑冰啊！啊，愿意带你去啊！我说不成，爸爸，这刚上冻，你别掉下去，掉下去可不行，那冰不结实。没事，我都溜一圈了，快走走走，跟我走走。我这人好玩，胆儿又小，我跟他去了。你胆儿不小啊？而那小，我爸爸站在那儿滑，我说不成，这冰不结实，不结实，你快下来吧，我这都滑上哪儿还不结实？不行，我害怕，我试试这冰结不结实。我拿大石头，我试试这冰，扑腾。我说爸爸，你看这冰不结实，爸爸。我爸爸没了吧？哎，直接掉冰窟窿里了。石头还是挺结实的啊。您后来呢？那冰啊，它有一冰面，下边是河呀，那河那暗流，我爸爸就给冲走了。哎呦，冲走到下边，他没地儿上了呀。你得给他制造那个冰窟窿啊，对不对？他这往下飘，我拿石头砍我爸爸，我给他制造冰窟窿。我说爸爸，你上。哎，我说爸爸，你上。哎，早晚会砸中的。我这砍着呢，过来一老头扒拉嘛，哎，小子别砍了，哎，嗯，这儿没冰，啊，没有冰啊！好家伙，我爸爸顶着那个大斜炮就上来了，老就追着我这通打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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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天天挨打。嗯，你俩人倒是能玩到一块儿去，这就叫多年父子成兄弟。嗯。太淘了，小时候天天挨打，就盼着什么呀？盼着过年啊，过年盼着三十，因为什么？三十不打孩子，哎，这是一个老说法，大年三十别打孩子了。嗯，打孩子不吉利。对，三十不打孩子，嗯，而且三十好有好处，嗯，你不用写作业，对不对？还有压岁钱，还有新衣服穿。怎么你们学校还写作业啊？三十放假了，不用那天不用写寒假作业了。哦，啊，真是真有个学校啊。对，真有一学校。哦，我以为光除了伐木头就斗老虎呢。你知道吗？给那红包，给那红包，那红包我都什么都不买，嗯，我就买什么，就买炮竹啊，鞭炮。哎呦，就爱放鞭炮。小孩，小时候我们村炮手就是我。哎，我们村炮手太爱放鞭，但是我放鞭炮有一毛病，什么？好崩后脑勺。这个技术我没有理解啊，就是那个放鞭炮嘛，这手拿一鞭炮，这手拿一香啊啊，香头这一点啊，擦手啊，啪！您琢磨那小羊鞭的一个一个放，舍不得一块放啊，拿下来这啪啪，这个哎啪，他老崩后脑勺，你知道吧？废话啊，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呢？你解释一下，我这。您说放炮的分三步吗？啊，一，嗯，点，嗯，二准备，三扔。你数学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就没等到三的时候就响了。哎，对，他太快了，念太快了，啪，他老憋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啊，崩后脑勺。嗯。后来我一寻思，要不然在后边点。那后边也不成，后边你预判不了。你数数的时候快一点也行。你他那念儿怼不上。对，嗯，怼不上。你有这功夫就不如吃点药。不刚吃完药吗？拿那个后来学会了放什么呀？放那个慢念儿的。你说慢念儿什么？滑炮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滑炮啊！哎，擦炮，我不知道您那个头里头有一跟火柴头似的。嗯，哎，一擦。对对对。且不响呢，嗯，就是冒烟老半天了，你等着吧，嗯，等着吧，且不响呢，哎，您觉得差不多了，啪，哎，就是好崩后脑勺，我都替你开心，嗯，太放炮了，那就是我买的那些炮仗，嗯，什么都买，小羊鞭、大羊鞭，嗯，啊，什么二踢脚、麻雷子，还有什么手榴弹、地雷，好家伙！我们小时候，你能活到今天是个奇迹。不是小时候，我们做那个是做成地雷的，做成手榴弹的，啊，劲儿大着呢。我跟您说，我一到三十那天，鸡还没叫呢，我就得先起来。起那么早啊？打响春节的第一炮。哦，开始了。哎，早上一起来，从被窝里出来，先划一个滑炮，
划着被窝里就玩上了。你不能在屋里放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得扔外头去，哎，往外头一扔，完了窗户往开了，开窗户，滑炮找不着了，来，啪，在我爸爸被窝响了。哎，我爸爸迎着春节的第一炮就醒了，起来就要打我呀，那可不呗，起来打我。这会儿我奶奶拦着，小子，住手，嗯。不能打人，有说法啊，三十不打孩子不知道老规矩了，嗯，不吉利。哎，什么味儿？闻见了。嗯，什么味儿？儿子昨晚吃什么了？啊，这屁怎么带火药味儿啊？哎，我爸爸一指我出去，我说赶紧我出去玩去吧。嗯啊，别跟屋里玩了，那是多危险啊。啊，在外边把我那些个要泡着我都摆好了，嗯，有存性。哎呦，放哪个？放那羊小鞭儿啊，崩后脑勺。嗯啊，放那滑炮，滑着，搁哪儿呢？搁地上，拿一小小盆扣着。啊，小孩们有这么玩啊？这一响，啪，这盆翻一个，嗯，特别好玩。再滑，这放哪儿？放水缸里。哎呦，哗啦！这是三十不打孩子，他有保护伞了啊！行，就当我没看见。哎，好，哎，那反而一什么呢？来一个，哎，往烟筒里扔一个。嗯，揍你，揍你，不好扔进去。那可不呗，揍你，扔孩子都逃出圈来了。你看着啊，那烟筒里边出一烟圈儿。嗯。这好玩哎，嗯，这好玩哎，嗯嗯，玩吧，三十不打孩子，嗯，来一手榴弹，好家伙，扔烟筒里，嗯，扔进去了，没响，哟，没响啊，忘点念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嗯，我还有那个手榴弹，不是，我还有那地雷呢，来一地雷，大麻雷子，哎呀哎呀，这好，这念太短了，我给接一念，接长点，放地上，拿那个白桶，嗯，油漆桶，您知道吗？白桶。哎，一会儿一响，啪，能崩老高老高了。哎呦，念儿弄长点儿，我怕崩着自个儿，点着了，躲那墙根后躲着。你这样啊、哦！我爸爸一开门出来，坐桶上换鞋。哎，大吉大利啊！啪！哎呦，你爸爸看见你爷爷了吧？年三十不打孩子，但是可以团聚。桶不管怎么着啊啊！我爸爸棉裤都崩开花了，满院子飞棉花呀！哎呀，哎呦我天哪！好家伙，打你了吗？满院子追着我打呀！嗯、我都跑快呀！这会儿我幸亏我奶奶过来了啊啊！小子，住手！别打！别打！三十不能打孩子，不老规矩啊！嗯，臭儿子。你跟妈说实话，昨晚上到底吃什么了？认准了啊！棉裤都崩开花了、啊！好家伙，哎呀，啊、肚子里有凉气儿，这是。进来，进来，进屋、嗯，上屋去吧。别着凉，妈给你缝上。嗯，啊，缝上。一进屋，我爸棉裤一脱，坐炕上。我奶奶窗根底下给我爸爸缝着棉裤。嗯，我妈呀，跟厨房做饭。嗯，做饭那会儿土灶，土灶。做饭得点火啊，一点火坏了，手榴弹在烟筒里了。对，刚才提这茬来着呢。啊，就听着烟筒里头，噗，就这一下、哎，那灶坑里边喷出一火龙来，把我妈妈眉毛都燎没了。倒是有个春节的气氛。啊，您别说厨房，你再看屋里头，那炕噗。一下就塌了，哎呀，我爸爸直接掉炕洞子里，哎呦，我奶奶都听见了。你奶奶是个表情帝，这屁劲儿越来越大了啊，炕都崩塌了，这是多厉害呀、啊！这会儿我爸爸从炕洞里爬出来，问我奶奶：“妈妈，三十让打孩子吗？”我一琢磨，都造这么大祸了，我别跟屋里待着了。
赶紧出去吧，赶紧跑吧，上院里头，我玩什么呢？玩什么呢？我还有一掐子二踢脚呢。哎呦，玩二踢脚，东北放二踢脚跟这边放二踢脚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有那个二踢脚架子。啊，用那个钢管焊成一排，下边弄一托啊，哎，一个一个都插里头，是个作案的工具。哎，下边呢又一个长眼都能给捋到一块儿，哎，这个威力才大。点一个就一个就都出去了。我说放这个院里头，一排，拿好了，插好了，点着了，等着吧，等着，看这二踢脚，腾，啪，哎呀，响了，真好。第一个上去之后，后边的就都躺下了。哦，没摆好啊？不是摆好了，第一个一响给震躺下了。哦，啊，这震躺下就震躺下，就像架了个炮筒的似的，直冲着我们家窗户。我是想救的，我怕崩着我自己。那可不呗，你躲远远的吧。啊，我就眼看这二踢脚趾腾哗啦。哎呀，腾哗啦踏，腾哗啦踏，你跟这家人仇可是不小啊。我在外边我都听着我奶奶喊了，哎呦，是啊，快跑啊，土匪来了，威虎山来人了。不一会儿放完了，我爸我妈我奶奶一开门，从迷雾当中走出来了。哎呀，喜欢从烟里出来的感觉啊。我妈问我爸爸，这孩子咱还要吗？不行就扔了吧。我爸问我奶奶，三十让打孩子吗？我奶奶跟我爸说，把粮食都藏起来，土匪来了。哎哎呀呀呀，您琢磨家里都造成这样了，窗户也碎了，多冷啊，三十冷啊，可说是呢，炕也塌了，你怎么过年？没法过年了，哎，喜庆祥和，太祥和了，就我们这，我爸爸带着我妈带着我奶奶一块儿上我大爷家过年去啊，躲躲吧，啊，躲躲，上我大爷家过年，大家包饺子啊，一块儿包饺子，你跟着去了吗？去了，那我就放心了，要不好谁也别好。因为小不懂事啊，就是包饺子有一习俗，里边放硬币，哎，这是个老风俗了。您知道吗？放那个硬币啊，说谁吃着谁来年发财。是是是啊，他们这放硬币，我琢磨这玩意儿没劲儿。哎，那你打算放摔炮？哎，这可好啊！你都放摔炮，那摔炮啊，拿那个小糖纸包好了，省着炒啊，一会儿一煮。是是是，哎，炒，捏一个。嗯，我那包最丑，我知道哪个是。放了下锅煮，煮完了之后端上来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我大爷、我大哥、大娘，然后我爸、我妈、我奶奶，都抢着吃。吃，好像我们都吃着了。就眼看着我大爷，奔着我那饺子就去了。夹起来往嘴里一放，啪，就响了。我们都往盘子里吐硬币，我大爷吐门牙、虎牙，哎呀，后槽牙，炸碎了啊！我爸不是乐了，大哥，啊，他奶奶跟他大爷是亲的，大哥知道了吗？三十不打孩子。老规矩，保护小孩嘛。我大爷刚刚说话，嘴里漏风啊。我奶奶假牙摘下来，你要不你用我这个？哎呀呀，脏不脏啊？对，这你在家惹祸就惹祸了，这是会闯大祸了啊！我大爷假牙都崩碎了，都。你看看，那怎么办？别老实的吧。赶上什么时候了？半夜，该请神了。哦，有这个习俗。三十请神，大伙都出去放炮去。啊，放炮，那放的多呀，两家炮放一块儿，院里放不下，得上街上放去，街上放去。我说爸，我也去，我也跟您放，滚，言简意赅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嗯，是吗？我说我要跟，
边上站着，老师看着，看着我们放。大爷，我大哥，我爸爸跟那儿挺躺那儿放。我太无聊了，我也想放。嗯，我兜里边我私货拿出来，他有存性啊。我存了一个滑炮，滑着了，我放哪儿呢？嗯，找一好地儿吧。我放哪儿不能让我爸爸发现呢？对，快点找，一会儿响了我。嗯，哎，这有一井盖，下水道，放这下水道里，就扔进去。哎，刚一扔进去，咱哪知道这个有沼气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！整个村儿都炸了。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是吧？我爸爸实在忍不了了，过来揪着我脖领子，啪、啊！哎呀哎呀，哎啪！哎呀，熬油根！哎呀，都根！哎呀，嚯嚯嚯嚯嚯嚯！拿我当礼花放啊！嗯，给我打上去，我都下不来呀！啊，这通打我呀、嗯！这会儿我奶奶过来劝：“嗯、行了行了，别打了别打，三十不打孩子不吉利。”说好了吗？我爸爸从兜里把表拿出来。妈，您看看，嗯、初一了、哦。再看我奶奶，打他！哎呀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于老师，你们都认识啊？都熟吧？合作半辈子了，差不多。在后台我看着于老师我很感慨。怎么感慨呢？你看今天这个场合啊，嗯，按说相声来说，嗯，不算大，哦，五六千人也就这样。嗯，我们演的最多的呢，嗯，想当初在大连体育场演过十万人，有过，后来我是不能再演了。怎么不能干？第一排观众离着我得有三站地，确实都看不见，太远，黑灯瞎火的。嗯，后来在上海、啊、上海有一个梅奔，对，那叫梅赛德斯奔驰，来、哎、内务坐25000，是，嗯，再后来北京鲁克松，啊，15000，15000，所以说一有说台下5000-6000观众，嗯，就觉得跟茶馆似的，哦，没觉得太大，对，但是呢，不管大小，对演员来说，底下坐4个人，嗯，也得好好给人演，那是艺德呀。可是呢，要是有谦儿哥在我旁边站着，啊，台下30000-50000人，我也高兴。哦，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有一个很好的合作者。哟呵，您这捧我了。就这么些年，我打小干这行啊，啊，就是合作伙伴也有过一些，啊，有几个，最好是谦儿哥。谢谢您，我说话就没有掉地下时候，老能接住。我这句话说完了，嗯，他准能接上，啊，这是个节奏问题，也是默契问题。就好比说我有一盘子，啪，我无论扔哪儿，嗯。就叼回来，有时候也磕在牙上。我得谢谢您呢。您别客气了。我得谢谢谦儿哥啊！我16岁到北京，哦，啊，就认识于老师。对，这是我的造化。哟呵，您这严重了。16岁的孩子到北京，什么都不懂啊。是，得亏于老师。怎么得亏我呢？跟我亲哥哥一样，就照顾您，照顾我，教给我，哪怕说我今天要去买个烧饼，哦，他都告诉我，你到什么什么胡同，嗯，哪家烧饼，他们家是老字号，哎，那儿做的好。我去买块酱牛肉，嗯，他也跟我说，是谁家的好，谁家的一般，那要有名的。这个老北京人生活质量是这份儿，他讲究啊。哎呦，必须老字号，是吧？哪怕他感冒了。啊，哎呀，我想今儿感冒了，是不舒服。德刚跟我上同仁堂，咱买药去。你看，同仁堂，进同仁堂，他这、嗯、那个，啊、哎呀，感冒太难受。是，给我拿那个乌鸡白凤丸啊。乌鸡白凤丸治感冒吗？我哪懂啊？啊，他带着我，哦，洗澡告诉我，咱们得去清华池。清华池是澡堂子的老字号。拿手一指那块匾，给我上课。说什么呀？你看这仨字了吗？啊，青花池。对、啊，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匾，老匾了。在这个地方洗澡是咱们的身份，哦，就得洗。于老师脱个一丝不挂啊，洗澡吗？还数了我呢。嗯，脱呀，洗呀。是啊，师哥。嗯，
咱还在马路上呢。啊？哦，还没进去呢。我们在马路对过。还对过，扁在那边啊！我这眼神还真好啊！我一看，那就去吧啊！我给他抱着衣服，抱着鞋过马路。我光着过马路啊，就很大气。那管什么呀？那条马路来回过六趟车，就那么宽啊！他还打招呼，哎，啊，你好。行了，别跟人客气。去洗澡，哎，行了。对对，那孩子看车。对啊啊。你看这边车先过，这边车先过，再见。行了，甭看车了，都看我了，那就。敢等进了清华池啊，于老师异常的谨慎。我在那儿，我谨慎干嘛呀？不相信每一个人。我干嘛呀？我你们是不是要偷拍我？马路上您就上热搜了，您就甭。每一个包间于老师都要打开看看。我发啊，你们几个干嘛的？问问这几个也傻了。嗯，修脚的。哦，好自为之。什么玩意儿，人招我惹我了。啪啊，你们几个干嘛的？别动啊。都干嘛的？搓背的。对呀、啊、便宜你们，这都不挨着。啪，别动。你们几个这都穿一样的衣服，你们干嘛的？这是我们是看车的保安啊。啊，我又出去了。我要我澡堂子里我走一过，我看着，哎呦，我好崇拜。这有什么可崇拜的？崇拜就跟我亲哥哥是一样的，那就关系是不错的。哎呦，我咱们这个关系已经超过一般人的交情了。是吗？天下人都爱交朋友。是朋友跟朋友不一样。怎么有区别？你看，有的就是点头之交。点头之交？什么叫点头之交？您说说。郭德纲出去走到街上了、啊、举例子啊。哦哦，打个比方。打个比方是假的啊。那当然。比如说嗯，假的啊。是是，您说。比如说郭德纲在中国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。这是假的吗？这个比如吧。对，反正就是举例子吧。我走到街上了啊。嗯，我这走着啊，对过又来一个说相声的同行，跟我走一对脸。是，他就愣。嗯、啊、哟，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郭德纲啊，我跟他说话不说话？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要打招呼啊，让其他的说相声看见了，他们得迫害我。您这人缘是不是太不好了？啊，我要是不理他啊，万一以后有用他的地儿怎么办？想的还真多。思过来想过去，只能是用点头。怎么点头？看看我。嗯，呵，好家伙，解着恨呢。这叫点头之交。哦，啊，交情很多。还有那个嗯，忘年之交。您再说说什么叫忘年之交？忘记年龄的交往。没有年龄感了。比如说咱们哥俩，还是举例子。我60岁了。哦，您64。这我比您大4岁呢。我60，你64。嗯，你有一个女儿。哦，貌美如花，长得好看。嗯，身材、相貌、皮肤，哪儿都好。您接着说。嗯。反正他就爱上我了。哦，这个事儿让我其实挺难受。没瞧出来呀。我就跟您闺女说了，我说、啊、这个不行啊。对，我跟你父亲关系很好。哎，我跟你母亲更好。这就别提了。这就别提了。这就不合适了。是，孩子说我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我们要打破世俗的偏见。嚯！于是我们就不在乎旁人的闲言碎语，哦，别人胡说我们都不放在心上，追求这种纯粹的爱情。行，您甭捡好听的说了啊啊啊！流氓就说流氓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
这个叫忘年之交。这叫什么忘年之交？第六，交朋友嘛。过去老话说，说这俩人好，怎么叫好啊？哥俩好得换来一边大，这是对的。我对你好，你得对我好，互相的嘛，一边大。嗯，英国有一句谚语说的特别好。英国有什么谚语？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这是英国的谚语吗？这个，啊，不是。您这个英国可能有这个意思的谚语，但是您得说英语啊。这是当年我在英国留学的那些年啊，然后您就先别提，啊，谢谢同学们啊。什么呀？您先别提您在英国留学，您就说这谚语用英文怎么说？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你大点声管什么用啊？您得说英语呀、啊。英语哈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英语哈、啊。是。有。啊。滴答滴答蜜。哎，哗啦哗啦哟。嗨。您这都是相声词啊，您这。废话，说相声不说相声词了啊。这不行，这就是交情啊！但是在所有的交情里边，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呀？生死之交，嚯，过命的交情！哎，比如说咱们哥俩，啊，这又举例子呀？你看，这咱们哥俩举例子合适？好啊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于老师，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嚯，我成艺术家了！艺术家。您跟相声大师侯宝林、哦、马三立、哎、刘宝瑞这些位您都不认识。我都不认识，我还是艺术家呢。但是您的从艺经历很坎坷。我坎坷成什么样？你看您的，您看过农村的这个露天电影啊？您看过东北扭秧歌的？哦，你看过河北农村踩高跷跑旱船的？这跟相声都没关系。这些东西激发了你对传统艺术的热爱。哦，我就爱上相声。对了，哦，有这么一天，嗯，北京要成立中国相声总团。嚯，这冠名真大。您打算到那儿去报名？我要考这团，要为中国相声奋斗。啊，也就有我事儿。有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深秋，那就是快到冬天了，寒露时节，这正冷了。你正忙呢。我忙什么呢？你在甘肃平凉、帮人家摘苹果。我怎么还帮人摘苹果呀？你摘得好啊。哦，摘完这个你要奔敦煌，上那儿去采摘棉花，收棉花，然后是湖南晚稻收割，晚稻，东北五大连池，嗯，收土豆跟大豆还有玉米。哎呦啊，然后您还要奔石家庄。石家庄这会儿是白菜正出苗的时候。不是，这全国的农活都我干了，全是我一个人啊。您有手艺啊？不是，我手艺我不是说相声吗？现在您决定去说相声，不干这些活了啊。我考这团，先给江苏扬州打一电话。干嘛呀？采藕那个事儿我不去了。废话，我还全惦记。于是您从石家庄就去北京了。我上北京。这一天您到在北京最南边。我到哪儿了？这个地名叫大兴啊。大兴是北京的最南端呢、啊、紧南头啊。到大兴往北一走就是北京城。哦，但是到这儿您眼泪下来了。我难受什么呀？大兴这儿挖沟。挖沟就能挡着我吗？这条沟宽40公里。哎呦，长5000公里啊，深1万米。我让通天河给我挡住了，我还过得去过不去了？这不出妖精吧？这你看，我都到了北京了，我往北再走一点点，我就能到中国相声总团。这有条河，你看，哇，眼泪下来。是是是，正好赶上村长开车出来。他干嘛了？哭什么呀？啊，我想进北京，我就让他们拦住了，去不了。对，你上我车吧，我正好进北京，给你捎过去。他带着我，还是好人多。那倒是，坐着村长的车进北京。哦，人家说您这儿下车吧。哦，我还有别的事儿，我不能送您到地儿。过了沟就可以，你往北一走就好。好好好，村长走了。嗯，于老师往北走，走吧。他下车的地方是北京的昌平。昌平可是北京的最北边了，也就是说您成功的绕过了北京。哦，就没停。哎，顺着昌平一直往北下去。哎呦，没多久您就看见五台山了。嚯，我都到了山西了。
多年之后有人问于老师啊，那次的迷路对您打击大不大？我说什么？于老师云淡风轻，嗯，贫僧我出家了，我至于这么想不开吗？我后来在山西又收了三年的油麦，好家伙，于是您就成为了一个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您这话我都没听明白，怎么呢？您这我干半辈子农活，我上山西又收了三年油麦，我就相声艺术家了，这哪来的事儿啊？这个我不说了吗？于是你就是相声艺术家。您说于是有一转折也不代表我怎么学。你有点不懂事儿，真的。我怎么不懂事儿？你有点不懂。我说你是相声艺术家，你就说好的，我是就完了。我靠，你要是这么矫情，那很多艺术家根本就解释不清。别给脸不要脸，就得了。这当个艺术家怎么的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糊了糊了就死了，没事。我竟无言以对，你看这事儿。你看，当然你不能就你有点小原因，你得说原因嘛。因为您在一直的提升自身的素质，这就对了嘛，好不好？我怎么提升的素质呢？提升素质，你扶老太太过马路。这又不挨着了，我扶老太太，老太太过马路，你扶着，这一天能扶700多回吧？好吧，哪儿来那么些老太太呀？你就可着一个扶就行，一个老太太来回蹬呐。哎，你扶她过300回就是600回，对不对？好家伙，哎、老对，这是一个办法啊。老你还帮老大爷找儿子，老大爷找不着儿子了，老大爷坐着抽烟呢。哦、你过来问他，老大爷，嗯，您儿子呢？哦。老大爷说：“我儿子上班去了。哦”好，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。这凭什么呀？别难过，好不好？这好什么呀？人老大爷儿子上班，人还下班呢。人家你再找下一个老大爷，我就合着缺儿子。你净干好事、啊，你还帮助渔民打水，这不是撑的吗？这不是渔民在人守着水呢，我给人打水。渔民在船上干活啊，你上河边拿盆。舀点水啊？要水吗？啊！渔民说：“滚！”哎，你还帮助农民喊加油，这是怎么来的？这农民跟地里干活了啊！你站在路边加油加油！哎呀，我这浪催的，我这是。对对对，就是由于你提升了自身的素质啊，这就算提升素质。人别人都说德艺双馨哦，虽说你没有艺，但是你一身都是德呀。那管什么呀？我这由于你一身的德，你就得出去散去。哦，我这散德行呢，合着。你是个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啊，就艺术家了。你今年73岁了。嚯，艺术家这日子还真好混。那是啊，你每天下午2点准时出现在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那个便道上说相声。我在马路便道上说相声。对，你这个艺术家不能见房顶子。哎呦，啊、就在屋里说你难受。不是，那马路对面不是都是咱们的热心观众？哎呀呀，好多粉丝围着你。对呀、啊，我哎呦，给你这6个粉丝乐的呀！啊，就6个粉丝啊，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。行了，就不在那指标了。围着你听你说相声，爱听哦，往那跟前给你扔钱，扔钱，哗楞楞，哗楞楞，全是零钱呐，有钢镚，有整的，是吗？一捆一捆的，哦，3000万、5000万，哎呦，每一张都印着玉皇大帝，好家伙！全是冥币呀、啊！点火烧鱼，老师拿钱来吧。哎呦，我花得了吗？这个自媒体也来了，还有新闻，拍您的照片，给您发抖音、发头条。哎呦呵，啊，艺术家红扑扑的脸蛋儿、啊，是不是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？怎么还有你啊这里？哎呀，这捧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彩呼我。哦，不重要，是吗？这一天您的机会来了，来什么机会了？人群外边进了一个老大爷，老头是一个归国的华侨。或外国来的啊，来自赞比亚。远点吧，这赞比亚是在非洲的中南部地区。是啊，这个地方第一是出木头，木头。你看你们盘的手串，哦，紫檀的呀什么的，哎，那儿的最好，硬木。第二是那儿出铜，还有矿，金银铜铁那个铜。嚯、哦，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%，嚯、哦，保有量不小。他们那个地方要吃的东西特别棒，叫恩西玛。哟，什么叫恩西玛呀？有一种这个农作物叫玉米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我这干了半辈子农活了，还不知道玉米？你这玉米知道？玉米上边那个
颗粒弄下来，老玉米豆啊，把它磨成了粉啊，玉米面啊，拿这个加上水熬完了一喝，叫恩西玛，叫棒子面粥啊，这恩西玛，这您要去就了不得了。怎么了？好家伙，您盘着木头手串儿，戴着铜帽子，嚯，扎在盆里边喝恩西玛。哎，我什么德行啊，我这是。于是您同意去赞比亚演出，人约我了吗？是不是？嗯，收拾收拾吧。不能在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表演了，我要出去了，要出国了啊！收拾好东西，先到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哎，又不像话了！怎么？我上赞比亚，我坐长途车去的。不是，你是到北京啊？你一问呢，机票太贵。那怎么办？你决定坐船。坐船也可以啊！啊，你从六里桥长途车站坐车，先奔天津港。哦，天津港码头上不是有船吗？我在那儿上船。对了，到这儿一问，这个船票不比机票便宜呀。哟，那怎么办呢？于老师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找了一根绳子。干嘛呀？这头拴腰上。那头呢？那头拴船上。哎呦，在海里泡着。是啊，只要你开船就得带着我。哎，他还落不下我。那是啊。嗯，准备了很多榨菜和咸鸭蛋。我带这玩意儿干嘛呀？这东西跟恩西玛绝配。嗨，哎呀，我这想的太细致了，我这。收拾好了，拴好了绳子，那头挂在船尾巴上啊。于老师就下海了，我等着开船。就是稍微的时间上有点问题。怎么呢？这个船是刚来，哦，需要调整啊，检修，一个月之后才开。我下去的太早了吧？跟着泡着，等着吧，反正都下来了呗。啊啊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其实有点遗憾。怎么呢？我不应该到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。为什么呀？你我天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说相声啊，打那儿去天津码头更方便。嗨，我也是没算过账来。等着吧。嗯，等了30天。哦，您把我盼来了。哟，您干嘛来了？我到码头上来做一点小生意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买了20艘游轮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好的。我算算这个。哎，我就为买不起船票，我跟海里泡了30天。您买了20艘游轮呐？就是那个小的，40层楼高的那种游轮。哎呦呦，您管那叫小游轮呐？我带着我儿子上码头上来接船来了。带着哪位少爷？哎，郭麒麟去拍戏了。哦，我带着郭汾阳小孩啊，带着他来。嗯，这说着话，小孩淘气啊，他在码头上他要撒尿，那叫淘气吗？回头看看没有公共厕所，那哪有啊？他想就站在码头上往海里尿就是了呗，这肯定可以。他哪知道，嗯，海里边还有个艺术家呢。这哪艺术家在海里待着呀？啊，孩子站着就尿啊，于老师在底下呢。是，我得告诉他一声啊，啊，别，是嚷，哎，跟他说，哎，喊，哎呀，我这一点没糟践，合着是，也挺高兴，是吗？可算喝点淡水了。哎呀，不是淡水，这个。儿子回头一看，吓坏了。啊，妖怪？没妖怪，有海怪。没有，看清楚了。我赶紧，哎呦，啊，师哥，认识了。您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是啊，我洗海澡呢。啊，您最近。您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是吧？啊，对，没那功夫了。快捞上来，捞上来！啊啊，给于老师捞上来。是，于老师很大气啊。是吗？我还摇着绳子呢。我干嘛呢，师哥？啊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哦，我很难过。怎么难过？我说你有点犯不上了。怎么呢？为省机票钱，至于这样？哦，打发人去给他买机票去。怎么？你给我买？买机票，买头等舱，送于老师出门，就最好的那个。于老师坐了头等舱，高高兴兴。是。飞机起飞啊，奔这个坦桑尼亚。哦，哎，不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不是去赞比亚吗？怎么奔坦桑尼亚了？他没跟我说实话。我干嘛了？要是说赞比亚，郭德纲抢到我前面去了怎么办？怎么着？这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？去就一块儿去呗。具备所有相声艺术家的心态啊。什么心态？不能跟他说实话。哦，说这个坦桑尼亚跟赞比亚这俩挨着。啊，哎，打那儿到那儿也不远，那倒是。哎呀，后悔了，嗯，不该说我一个人去，那我应该说俩人去，干嘛呢？买2张票，我还能退一张，这心眼都搁在这儿。哎呀，那天在码头上，
他儿子还尿了我一身啊、嗯！那倒是，回来我一定要找自媒体骂他。怎么骂呀？我就说他接传家没带郭麒麟，说明他偏心眼儿。哇、嗯，一带节奏就有。哎呀，什么人性这？说话间，飞机降落在坦桑尼亚，还真快。坦桑尼亚有一个伟大的自然景观，什么呀？动物大迁徙。哎，对，那儿动物多，长颈鹿啊，角马、瞪羚啊，对对，狮子全有，无边无沿。是是是啊，您这一落地，动物们一回头。啊啊怎么了？艺术家呀哈！所有动物都认识我呀。就是动物才认识你。哎呦，哦，动物这个玩意儿最灵啊。是吗？动物提鼻子一闻，哟、啊，这个玩意儿没人味儿啊。是啊，追。哦，全追鱼篮跑啊。那是得跑啊。您有扭秧歌的底子呀。哦，就那么跑啊。您打这儿就跑到了赞比亚。哦。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，这是，啊，巧了，到了这儿，哎，这个部落正是约您演出的那个地方。哦，还真巧，酋长带着村民们正在庆祝，庆祝什么？今年玉米丰收。哦，恩西玛，哎，人家准备搞一个恩西玛庆祝大会。那好啊，酋长这会儿正唱赞歌呢。嗯，赞歌。哎，给这个玉米神唱。嚯，柳叶遮满了天，在西北的这个明啊宫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恩西玛，什么乱七八？这酋长是张云雷是怎么着你？好家伙，全会这玩意儿！酋长唱完了啊，说艺术家已经到了。啊，来了啊，请给我们表演节目吧。哦，我还演啊。于老很高兴。哦，尊敬的酋长，尊敬的各位村民，好，今天来到你们这儿演出非常的高兴。是，今年这个是玉米的丰收。对了啊，这都是离不开酋长带着大家辛辛苦苦。哦，过去一年风风雨雨，希望明年还有更大的丰收。是，最后我要讲一个小包袱，希望你们开怀。您说。我觉得我好像酋长的儿子呀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这。演完了，村民们都纳闷啊，这是动物呀。哎呀嗨，没听懂，您的艺术已经欺骗不了非洲土著了。那全不懂了。酋长一挥手，捆上，捆上。大伙儿过来，气质咔嚓给您捆上。哟，捆您特别方便。怎么呢？您这搭了着绳子。哎，好，我还没解下来呢。这给您搁在锅里边干嘛呀？啊，身上搁好些个玉米面。哟，兑上凉水啊，锅底续上劈柴。好家伙，要做肉汤的恩西玛，他们要拿我开荤。嗯。消息传来在北京，把我急坏了。您听见了？我得救你啊。那是得救啊，73岁的老艺术家、啊、不能就死在那儿啊，活着不容易、啊、我得救他。您来吧。我得准备好多的武器，还拿兵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嚯、哦、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水钩的，带峨眉刺的啊，什么单刀、朴刀、鬼头刀、长柄短刃刀、青龙偃月刀、崩头护伞刀、曲刃戟天刀、腰刀、吊刀、驴耳刀、曲刀、戟刀、眉尖刀、玉林大刀、行刑刀、霍去大刀、山头刀、牙柄腰刀、鳝鱼头刀、金梁环柄刀、狮子长环刀、龙环柄刀、龙雀大环刀，真不少。捆上，捆上啊！拿绳子捆这些个东西。哦哦哦！捆着捆着后悔了，怎么呢？送你走的时候应该把这绳子留下。这嗨、嗯，别提这绳子了。捆好了，扛着它奔机场。哦哦！登机口，空姐拦着我，说什么呀？您这不能上飞机啊！哦，好，再见。对，完了。就这么一句就打不回来了。回来我就琢磨，我还救得了他，救不了他。得救啊！已经5天了。是啊。这个人熟了没有？哎，什么叫熟了没有？我得救他，我得管他，可不是吗？我们俩这份交情，生死之交啊！没错，我不管他，谁管他？您得救，不管了，不顾了，不顾了，不管了，管不了了，顾不了了，是吗？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了动人的歌谣。哎呦，您快点，我都扒锅了，知道吗？掏出手机来，给酋长打一电话啊，把人放了吧。我完了，这事儿是你们俩编配的，是吧？就把您接回来了，接回来就好。摆一桌子饭，山中走兽，云中宴啊，端起茶杯来，倒满了。嗯，哥哥，我敬您一杯，给您啊接风掸尘，这多好啊！于老师端起杯来说了句话，差点没把我气死。我说什么呀？我想喝恩西玛。哎，就快上瘾了。谢谢吧。嗯，这个干的说相声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，对，高兴。出来进去，各位戴好口罩哦。啊，这些日子这个感冒很严重，是。您听我说话，这鼻子也囔囔的。
也感冒。我是前两天跟这儿唱戏，让他染上了，传上了。嗯，开始啊排戏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嘱咐都戴点口罩，哦，防止一下。因为来的时候这一后台唱戏的，就一半人咳嗽，啊，好在都戴着口罩，啊，还好，挺放心。嗯，好了，一上台唱戏，他们都摘了。那可不，唱戏怎么能带着呢？是啊，这完事我就跟着咳嗽上了。嗯，但是一天比一天轻松啊，哦，快好了，今儿就好多了。是，我尽量我不下去跟你们拥抱去了啊。哎，平常也没这环节，省得传上你们。嗯，哎，省得传上。嗯，谢谢吧。嗯，这几天的演出啊叫钢丝节，对，这是我们一个庆典，我得发自肺腑的谢谢您各位。哦，有这个称呼也快20年了。是。何德何能啊，哦，老的少的，山南海北的各位这么捧我们。嗯，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说相声的演员，您各位厚爱啊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谢谢各位啊。谢谢。有时候在网上瞧瞧大伙儿写点文章夸我们，哎呦，害臊了都不行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怎么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呀？嗯，朱砂没有红土为贵。哦，啊，您这么捧我，受不了。哦，有时就再看看黑粉骂我，我就稍微踏实点儿。啊，怎么还踏实了呢？哎呀，有的夸，有的骂，这才叫社会。哦，这才叫人生。哦，大伙儿都夸你，你这人离着玩就不远了。哦，就不行也，哎，都骂你也不行，那当然，那就花钱了啊。哦，非得是有夸有骂，还是很真实，全方位的。对呀，自媒体时代，人人都可以写，随便说。当然，哎，有的时候自媒体有些个东西，我觉得也不准确，不准确。你比如说，有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谁写，嗯，写谦儿嫂的地方，我觉得不合适。还有您不合适吗？啊，不是啊，因为，啊，因为台上啊，嗯，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会提到于老师的父亲呐，啊，于老师的家人呐，啊，哦，于老师的太太，嗯，我叫嫂子。对，有的时候他们把台上的东西当真的，这个，哦，说实在的啊，嗯，我这个人我是最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是吧？您这叫喜怒不形于色。那天我看那自媒体写郭德纲，嗯，与谦儿嫂，嗯，疑似关系密切。您不爱看，把我气的不行是吧？疑似啊，疑似，不爱看这俩字儿啊！我这些年白忙活了，还没听说过，不能瞎写。对，天津有句老话叫“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”，啊，全北方人大概都知道。见嫂子真后台看见我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是吧，台上那玩意是假的。对，一天到晚的有时候他们瞎写，弄得我，嗯，我看见嫂子我都害臊，不好意思啊。他一进后台，嗯，我就赶紧躲他。怎么不见面？你躲他，这边呢啊，叫你站着。哦，啊，嫂子啊，规矩，我问点事。嗯，你最近台上又胡说了吗？哎，问出来了。我说嫂子您别，您怎么咱家干这个您还信这个吗？嗯，不都假的吗？对，别废话。嗯，你台上胡说八道，你说完你乐呵了哈。啊，人街坊四邻我们的朋友觉得怎么着似的，怪害臊的。是，得了嫂子我错了，你看我改了行不行？改了就行。你改了吗？那怎么着？改改改，这还差不多，这就完了。这天可凉了。凉了怎么了？你穿秋裤了吗？嗯，啊，嫂子，我穿秋裤了啊。少来啊，准没穿对不对？这干嘛？过来我看看。回来，怎么说着说着还动手了？这个说实在的，跟嫂子之间我们就是亲人 啊，关系倒是很近，不能有任何斜的歪的。那倒是，这个跟我亲哥哥是一样的，我们这关系也很近呢。我们打十几岁就在一块儿，嗯，别看没有血缘啊，啊，没有血缘，就跟我亲生的哥哥是一样，就这么近，嗯嗯，好，嗯好，哎呀，我有时候老怀念，哎呦，当年从小16岁进北京，哦，我就认识他，
是，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他一脑袋白头发，岁数大了嘛，就这份感情，太难得了，不容易。有记者采访问我，您说说于谦有什么毛病？哦，把我恨的，怎么？于谦没有毛病，没有毛病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但于谦是一个完人，啊，真是完人呐。您说说他有没有缺点？我说他有缺点，从他嘴里就是这样。顶多你说几个特点，我能说，缺点没有。特点是，你比如他，他爱吃冰棍儿，爱吃冰棍儿，那算什么缺点啊？贪凉这个人。对了，我们小时候吃冰棍儿，是那个老奶奶推个小车，是三分一根儿，五分一根儿，那时候便宜嘛，奶油的小豆子，他爱吃冰棍儿。凉啊！但是呢，他每次买冰棍，奶奶有小豆子吗？啊，有啊，你尝尝这个。是，不要红豆的，啊，我要绿豆的。干嘛要绿豆的呀？红豆配相思。对啊，绿豆配王八啊。我非跟那个配去是吗？老太太说：“宝贝儿，你尝尝啊，红豆的也好着呢。”又有红豆的，他这一张嘴，康昌啊，连老太太戒指都掉下来。好家伙！不是喜欢冰棍，我喜欢戒指。这是我们要吃冰棍，两根三根就了不得了，不少了。他能吃那一包，这一盒啊，哎，这算毛病吗？这算什么毛病？贪凉，这还真是您说的特点。贪凉，哎，他还有一个爱好啊，他爱喝那个蝌蚪。啊，我们那咱们这都流行过喝蝌蚪，以前叫大凉。你别咱们的啊，你得说四十五六岁往上的。啊，对，以前讲究，你跟那小孩们说，人家不知道，是，对对，我们这个岁数啊，对，你看这几个大哥点头了啊，啊，得四五十往上，对，就是蛤蟆秧子呀，蛤蟆骨头嘛，说是蝌蚪吗？啊，弄个盆啊，一盆清水，嗯，捞的那个蛤蟆秧子，对，不脱口摆一凳子，这盆搁在上边，哦，拿那个小杯，一杯多少钱？卖几个？我忘了，是一毛钱是五分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很便宜。我小时候啊，捞的嘛，都是家大人来喝去啊，说喝那玩意儿败火，大凉。我有时候喝一杯，我都吓死，不敢。跟里边晃晃悠悠的，是。但是谦儿是爱喝，我喜欢喝这蛤蟆秧子。哦，我们喝一杯就够了。哦，他是端起盆来，墩墩墩墩墩墩墩，我给人全喝了，喝一盆。哎呦。喝完放下，擦擦嘴，嗯，摇晃着脑袋，我是找妈妈去了。哎，这我把自个儿喝成蛤蟆秧子了，这不算毛病啊，这算什么毛病啊？饮食习惯，哎，自己的事儿。你要说饮食习惯的话，嗯，于谦儿爱吃剩饭，哎，那就更不叫毛病，那叫节俭。他爸爸剩的饭他吃啊，他妈剩的他吃，这不应该的吗？他哥剩的他吃，家人，他姐剩的他吃啊。我问过他。是，我说你们家就没个狗吗？也是，他愣了啊！狗剩着也我吃？哎，凭什么呀？喂狗啊？说的是啊，那我吃什么？哎，对，我这非吃剩的不可。你看，也就这点小毛病啊。你要说唯一的说这个人与众不同的地儿吧，哈啊啊，他洁癖，洁癖那都是自己的事儿，那不叫洁癖。啊，过分的干净，爱干净，洁癖是洁，嗯，清洁的清，癖、哦、癖好的好。您一解释我倒糊涂了，这啊，就您就说洁癖就行。于谦儿早晨起来、嗯、就自己洗漱收拾，嗯，就得三个半小时，这么长时间呐？一般的女的都没有她这么干净。我都干什么呀？早晨起来头一件事儿啊。先收拾这头皮屑，我都洁癖了，我还有那么些头皮屑呢。哎呀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哎呦，好，我都让头皮屑给埋起来了，快，啊 ，K 着眼屎，这都是洁癖干的事儿。好家伙，比着黑头，哎呀，哎，掏耳朵，我这够脏的了，不愣不愣不愣。啊，打完了，不冷不冷不冷。嗯，哎，嗯，我能听见了。哇，好像之前都堵死了，合着。哎，刷牙，刷牙正常，刷牙得刷四十分钟，这么长时间？四十分钟啊！刷完之后呢、嗯、，K 这牙结石。我刷四十分钟牙，还有牙结石呢。
牙刷上没毛啊，干蹭啊，嗯，哦，干蹭，给完了，哎，揪这个鼻子里边这鼻须，这鼻子里边那毛，他这个鼻子毛长得长，可能旺盛，哦，啊，一般都能长到这儿，我啊，长到这儿，所以没事儿，于谦一思考的时候，嗯，没听说过，谁思考这么思考啊？哎呀，这就太闹得慌了。他揪这个，啊，哎呦，酸的，愣瞪，啊，太难受了。揪这揪完之后，胸口这有仨粉刺，那怎么办？刺一个，啊，刺一个，挤，这不能挤了。怎么？这没熟呢。我还懂行，他得等他有白头啊。是啊，拿笔在旁边写字儿，写什么？我等你哟。嗨。我跟你粉刺拿什么约会啊，我拿牙签来，嗯，黑指甲缝里的黑泥，啊，这太脏了，哎，黑完之后哟，这手上有一猴子怎么办啊，把它撕掉，咸的，这手上有扁平疣，那是拿小剪子把它剪掉啊，哎，有剪子呀，有啊，剪剪鼻毛不好吗，我当时我怎么那么难受啊，我就啊，突然间想起来了，嗯，三个月了，三个月干嘛？今天该换裤衩了。哎，好嘛，我仨月一换呢。把，哎，这裤衩脱下来，迎着风抖一抖。嗯，哗楞楞，哗楞楞，哗楞楞，怎么那么大响啊？仨月了，跟铁皮似的。不，好家伙，开柜子那条拿出来穿好，嗯，这条放在柜子里，不洗啊。仨月之后就没味儿。哎呀，靠自然风干。你说裤衩换了，是不是袜子也应该换一换？早就该换。换上袜子，嗯，端起这杯来，吨吨吨吨吨，一饮而尽。这是渴了，喝一杯开塞露。嗯啊，那是喝的吗？那个，就这一下，大概三个半小时。那是得这样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人洁癖，这叫洁癖。所以说，除了这些个之外，于老师是没有毛病的。我听您说这毛病就不少了，这个包括他跟嫂夫人这段美妙的爱情。嗯，我们爱的都不行了，我们俩人是有感情基础，小的时候他在我们那一块他叫情圣，嗯，就我这模样就是情圣啊，还能啊，想当年于老师同时嗯暗恋40个女孩，嗯，那管什么呀，那这暗恋人都不知道，后来我也说啊，我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想不起来他们是谁的啊，这不当时就想不起来了，你得去追追，哪怕人家不同意你也就死心了，告诉人家一声，他说你看看这些女孩的照片都在这儿了，我还攒着，我不知道选谁好，哦，我帮你，你能帮我，这个这仨准不行，不行，这仨是男的，嗯，废话，那是不行，那个，哎呀，这个闺女长得有点老型，怎么老了，像个女老头，哎呀嘿，好，这什么模样，这是高峰他妈呀，这不是，哎，我这么不摘食呢，我哟，这是孙悦他姨，哎呦，好，全在这儿呢，都不行，挑来拣去的，嗯，最后摘出一个来，这位，就这个女孩，模样气质都是一等一的人才，那可以选了。这是我们那块的校花，啊，好漂亮，姑娘漂亮，是，她的名字叫李逵啊，嗯，女孩叫李逵呀，啊，葵花的葵呀，啊，那也是李逵呀，啊，那个小名叫铁牛，哎，还是李逵，对，我说去追她去。追他，哪怕不成你也死心了，我跟他说一下，真去了啊，见的女孩她很紧张，说什么了，我葵葵你好，还葵葵呢，我葵葵啊，女孩也很冲啊，她说叫爷爷作甚，哎，这好嘛，辈儿都变了，那个我想跟你交朋友，对了，那个明天我想请你去看个电影，好啊，爷爷不会，爷爷不会看电影，不会，哎呦，后天我们去吃个饭吧，啊，好甜，不饿不饿，我们去散步吧，嗯，我一斧子劈了你的鸟人，就别聊了，这那还聊什么大劲呢，回来跟我一说，我说很好，好什么呀，最起码死了这份心，哎，就别惦记了，说明他不是你的菜，是你等着吧，等着属于你的那份还没出摊呢，好家伙，卖出来的啊，嗯，后来遇见嫂夫人了，哦，啊，这个事儿真是很美妙，您说一说，有一天他的同学们给他搞了一个 party，嗯，你看人缘好，啊，还有人缘好，嗯，哎，嗯，给他搞了一个嗯折罗趴，哦，
什么叫折罗趴呀？也叫剩饭趴。这剩饭趴就是全班人聚在一起，40多个人啊，每个人从家带一份剩饭，但是于谦不用带，我呢，你负责吃。哦，就是给我办的。对，哦，定的是中午12点大伙儿聚会。那行，中午饭。上午10点半了，于谦还没起床。我起晚了，他妈就喊他起来吧。是，几点了？对呀，太阳晒屁股了，都这么说。谦儿赶紧起来，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。哎呀。这犯得上犯不上啊，我这个又晒了一会儿啊，这才起来。是简简单单收拾吧。是油鼻子毛啊，K这个，剃那个，挤粉刺，这已经不简单了，那错不了啊。嗯，直弄完了，临出门端起杯来，开塞露，一饮而尽啊。这杯是必喝的，喝完从家往外走。嗯，刚一出楼门口，走到马路上啊，就愣住了。我看见什么了？斜对过呢，站着一个女孩。这女孩就是我们未来的嫂夫人啊，就是我媳妇儿。那会儿还不认识呢，那头一面嘛。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。对呀，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？就是姑娘，就是个姑子那会儿啊，姑子什么？姑娘，是个姑娘。对啊，四目相对，嗯，于谦就愣住了。哇，我太爱她了，这一下就喜欢。女孩也愣了，是吗？于谦呐，哟，她认识我。哎呀，我看过你的相声，我太喜欢你了。啊，这多好啊。于老师很高兴，是吗？很兴奋。可是不应该兴奋。哎，我怎么不应该兴奋呢？他肠胃不好。我又肠胃不好。常年的贪凉。哦，那是闹肠胃。又吃剩饭。哦。出门又喝了开塞露。我这不是找着呢吗？这不是。有一种疾病叫做神经性的肠炎。神经性是大脑传输哦，一兴奋肚子一拧，就算来了，当时就不行。哎呦，谦儿就愣住了啊！女孩还往前走呢，不找我来，喜欢你的相声。是是，谦儿很大气。我呢？哎哎呀哈哈，兜不上底气了，我都还往前走两步，是吗？俩腿也拉不开栓了。走到跟前，风度翩翩。我呀，姑娘你好，你瞧，相逢就是缘分，还跟人拽。茫茫人海，怎么就你我认识了呢？哎，对了，遇见你，我真的很开心，高兴吗？有件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您说吧，我可不可以借您家拉个稀呀？哎嗨，实在憋不住了是吗？姑娘说：“哎呦，荣幸，荣幸，荣幸，还荣幸什么呀？我们家就在这儿住。”方便跟您留个联系方式吗？就现在啊。那个年头没有微信，那怎么办？留个电话号码。哦，发短信啊。留完了之后，嗯，姑娘，咱们走吧。走，赶紧吧。您跟我来。是是，就在旁边那楼门洞里边，住得近。进去之后，姑娘开门，嗯、这是我们家啊。赶紧赶紧。这是洗手间。嗯，打开洗手间。啊、这干嘛呢？哟，啊。我们家声控灯坏了。那、啊、就不在那个了。厕所这声控灯。行，不用拍了。倩儿，你。这躲给我这儿！哎，对，他一会儿溅你一身。嗯、啊、嗯，手机上有灯 啊对，就别说渗着了。一回手关上门、啊、拿手机照，找着马桶，于老师坐在上边啊，全身心的劲儿啊，都搁在这儿了。那是，啪啪，哎，别学了，砰，这是，灯就亮了。我把人家声控灯都治好了。亮如薄昼一般，怎么那么亮啊？就这厕所这房顶子上300多个灯泡，厕所对，搁300多个灯泡，对，好家伙，我都没拉过这么亮的屎。这才回过头来仔细打量这个洗手间，对，看看都有什么吧。它这个四面都是落地的大玻璃，厕所。对，四面都是玻璃，透明的房间，哎呦，等于你坐在一个玻璃房子里边，就在野地里边了，那就是、啊、关键上面还都是灯，就照着我这儿，就是那门，嗯，门外边就是那姑娘，她还在外头呢，拿着手机啊，正要给你发短信呢。哦，还联系呢，就别打招呼了。于老师，认识您我很开心，这就聊上了。于老师给人家回啊、哦、谢谢你，这是缘分。是，我喜欢听您的相声。好，有机会请你看现场。甭现场了，你现在进来多好啊。
这都看见了还发什么短信呢？这个待会儿方便完了啊，于老师出来他也有点害臊。那当然尴尬呀，不合适哈，可不是吗？让您见笑啊。哎，这太丢人了啊。是，女孩说没事没事没事吗？没看过这沉浸式拉屎的。哎，这好，还起名字呢。你看了吗？俩人的感情一下就拉近了。这词儿用在我身上真恰当。有些个小小子跟我聊天啊，郭老师，你看我搞对象搞这么些年了都不成功，是，你看最近又搞一个，都一年半了都没拉过手，你看有窍门吗？有吗？你看我就跟你们讲啊，这一定是有窍门的。您说说，是不是很想跟他把关心弄近一点？当然想，窍门就在这儿啊，迅速的把关系庸俗化。庸俗化，对了，怎么庸俗化？一见面你就诗词歌赋啊啊！什么唐朝怎么着，宋朝怎么着？是讲历史，那一辈子他也不会是你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是于老师啊啊！一拉即得，哎，这嗨，我这有点过于庸俗了。俩人越走越近啊，到后来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就结婚了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好话，感情多好。是结婚之后。谦儿每天想的就是怎么疼媳妇儿，那是对的。媳妇儿想的是每天怎么能够让于谦儿高兴，这东西都互相的。你看看人家两口子啊啊，嫂子那回还问我了，嗯，哎，你跟于谦儿在一块儿那么些年了，是你告诉嫂子，嗯，他爱吃什么呀？哦，爱吃什么呀？对你跟他说呀、啊，冰棍儿，冰棍儿，蛤蟆秧子，哎，剩饭。你说点好的行吗？不是不是啊，我是问那个人贩他吃什么。哎，好，我这一辈子没吃过人贩干的。我说他其实也不挑，是他能爱吃什么他就爱吃凉的呀。这凉的有什么？最近爱吃凉粉儿啊。那是凉的凉粉吗？嗯啊，切完之后黄瓜丝胡萝卜丝，对，醋蒜辣椒呼噜呼噜，他能吃一大盆。那、哎、也好吃，太好了。怎么呢？我得学会做凉粉儿。哦，他要给我做。嫂子这份心呢，那是凉粉简单啊，不买那个豌豆的粉儿。哦，回来之后拿水把它卸开了，嗯，这儿火上做一锅，嗯，那个水开了，把这沏一下，弄好了，放在边上等它凝固啊，干了，凝固之后把它打成块，打成条，是切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小米辣，嗯，醋、蒜、盐、糖，得调料就行啊。是是是，嫂子也是没做过饭，嗯。做完之后，嗯，等半天，怎么没凝固？那就是没调好，不成个，那就不行，就倒到马桶里边了，那就不要了呗。又来一锅啊，又没凝固，那还是那方，又倒到马桶里边了。哦，连倒了三锅，是眼泪下来了。怎么了？我对不起于谦，啊，我是个废物啊！哎，我弄了三锅都不成，不至于，哭了。这干嘛？谦儿吓坏了啊！给我打电话。哦，你嫂子玩命的哭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说我去看看吧，过来劝劝呗。我一进门，嫂子过来了。嗯、撒手！哪儿上来就抱啊？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给他做凉粉做不成功，那不凝固，我都给倒了。说事儿，倒哪儿了？嗯，给他倒到马桶里边，厕所了。我看看吧。啊，怎么样？这不凝固了吗？哎。在那儿凝固了，不凝固还挺好，是吗？挺好啊。谦儿在旁边看着我。哦，那么接下来呢？哎，我也是浪的，我也是。你给我拿个盆来啊，盆儿。我还切点黄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、小米辣。哦，醋、蒜、盐、糖。香油，我喜欢吃香油那块儿、哦调了一盆，我就泼到马桶里边了。哦，到那儿了，拿过勺来。哦，谦儿哥。是看你的了，怎么着让我真吃啊？谦儿接过勺，蹲在这儿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哎呦，40分钟啊！好家伙，吃个干干净净，真爱吃。吃完了站起来一擦嘴，说句话没把我气死。我说什么了？其实我是不应该吃，怎么呢？我有洁癖，我还洁癖。那个掌声跟欢呼声都是给您二位的。嗨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我的师给我一个人的。哎呀，反正我也是，嗯，跟您二位演出特别开心，特别激动哦，真的，尤其是您看啊，打11月29号开始，我为什么从那天开始呢？中华剧院呀，哦，第一天
是。到今天是12月8号，哦，咱们天津德云社最后一天，哎，大团圆啊！系列的专场10天左右，嗯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演出，多开心！师傅跟大爷精心策划啊，为的是什么？嗯，我真的我挺感慨的啊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庆祝张九南荣升十队队长，所以。在这个场、哎、在这个场合啊，哎 哎, 哎，怎么了师傅？你是上外头算卦去了吗？谁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啊？看您别闹了，我这都准备好了。你没看这衣服、哦、民间传闻呀 啊, 啊，每年谁穿这马褂跟师傅大爷站在一起就是捧谁，对吧？我、哦、还有这么一个传说呢、啊、他们都这么说哦、嗯、您别，二位不要再隐藏了，宣布吧，快来，准备好了，快来！您有这想法呀？不知道啊。哦，没有这个十队队长的，没有啊。那他这干嘛呢？他这一窜一跳的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。不是，您别老问他师傅啊，那边不是什么好人。您啊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您，我还想打呢，帮你说几句话呢。你看你这孩子，你这得罪人了吧？对呀、啊，你就这人缘，你怎么能十队队长？这民间传闻呀。谁跟您在一块儿穿这马褂就是您二位要捧谁，传言何可尽信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你当不了队长。没有文化呀孩子、啊、那我这么问师傅，哎，今天我能跟您二位站在一起啊，穿上这个带有特殊意义的马褂啊，是不是为了捧孩子？是因为没有人用了。我问了好几个服务员，他们得扫地。怎么着，师傅就是我想多了呗？你多想了，这那就是十队队长不可能吗？也不能说不可能，还是有点希望是吗？世界上没人了的，师傅，哎，我觉得我不错啊，我也觉得你挺错。马上咱们这个德云社啊，这个上海就要开了，嗯，然后济南呀、苏州啊，都马上要建好了，哎。正是用人之际，对，你看看你眼前这个，用人之际跟用狗有关系吗？哎，你老是这人身攻击，师傅您，你看他还是人身攻击啊，摆点萝卜就完了，还人身啊？我跟您说，师傅，好，不是说孩子啊，嗯、臭不要脸，真的不是说师傅啊，那还要多臭不要脸呢？可能啊啊，您在这个徒弟们老上您家去，哎，有这个不好的传闻都到您耳朵里了，哦，说赵楠啊什么臭不要脸呀、啊、膨胀，没有的事儿。师傅，我老说在台上，我老说我要当十队队长，不是说为了一己私欲，嗯，那你是为了？都是为了您二位着想的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孩子是好心为咱俩着想。对，你说来听听吧。当然了，你当了队长，我们的好处何在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就等这句呢，我早就策划好您二位的后半生了。我们用你呀、啊，这后半生，哎哎啊！我跟你大爷这岁数也没有老成那个样子，就是说，你就老成那样子。还有你大妈呢，有你什么事？你先活动活动，也不能这样。嗯，这么说啊啊，师傅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您是73年生人，是的，今年整50岁了啊。老话讲，50知天命。啊嗯，您的身体肯定是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。你不要听那些女演员瞎说。女演员也没说别的，嗯，就是德刚不刚了，就是什么？你这队长当不上了啊！您的身体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健硕。哎，那是啊，你怎么策划的？嗯，看啊啊！今年啊，师傅演的专场很多。嗯，一个专场演3个节目。对呀、啊，一个节目40分钟、50分钟左右。得，您还带着翻场。嗯嗯，有时候下来我看着我都心疼。嗯，下来有时候师傅都吸氧。这瞎说了，因为咱们的专场没带过他，他也没见过吸氧。你上哪儿看过去？师傅，您别刨着我说，我得捧着你说，这是我那氧气瓶。师傅下来就吸我，我也是不懂得脏净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？啊，您啊很辛苦很累，那你为什么穿着件马褂呢？我实在是等不了了，这么快吗？
吗？嗯，我还有一个话要说。好的，就是那意思啊，就是心疼您啊，嗯，演出累啊，很辛苦。我师父50岁，嗯，您看您于谦于老师，嗯，你大爷，比您还大几岁呢？你大爷啊，我大爷，您比我还大几岁呢？看不出来，啊，我以为大20岁呢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个演完了状态还不如您呢。大几岁就是大几岁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的意思是把这个好的位子，把您打下来的这个公司啊，这些个现在啊，这些个剧场啊，都交给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们。我都交给他们安排好了，都可以再交给一个人。还有其他的徒弟呢？其他的徒弟你去看门去啊。演出相声。哦，你也喜欢相声啊？我在您跟前10来年了，师傅。你不一直在台阶上趴着了吗？我，师傅，我他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的意思啊，啊，就是您，明年上海盖好了啊，或者说苏州盖好了，济南盖好了啊，您把一个队交给我啊，您呢不用演出了。不行，不，因为这几个这个装修队也都安排好了，嗯，人家有专业的那个资质，你干不了这个。我给人搞装修去啊。对啊，装修队吗？不是，师傅，我是您的徒弟啊，九字科头九，您最爱。没有最爱的呀。进和兰啊。进和兰是吧？进和兰怎么叫进？对呀， 啊就是你不是说进小进啊啊，你俩是跟我抖那种老包袱呢吗？你俩是，你那这是一种新包袱吗？您别着急，好好说，没事，啊，没事，啊。您把我的这个设计听完了，好不好？您装修的设计，您那不用你设计，我们有图纸。您二位的，我们二位有什么可设计的？您听我说完了，您会觉得好。我现在就觉得挺好。不是，清醒啊！刚才你看我说您演出多啊，演出多，你把这个队交给我了，嗯，您不用演出了，为什么我师父可以不用演出？为什么？谁说你师父不用演出了？我师父他有在家退休的资本，我凭什么跟家歇着？你看，这就得我得说原因了吧？你说说吧。啊，咱分着说啊。好，二位好，你看啊，嗯，您多少徒弟？哟，好，您多牲口，对吧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什么话这叫啊？您多少徒弟啊？大爷多少牲口？他说您家那动物园啊，那倒是不少。要加上你大爷那儿，可不少牲口了。我那意思，您徒弟多，徒弟们外边说相声啊也好啊，演出也好啊，挣钱，嗯，您就在家歇着了。没有，那不合适，哪能让孩子们干活啊？但是这应该的，啊，您教给我们相声。您教给我们做人，我们给我可没教你上热搜。你还有事儿吗？马棍不要，我的意思。你想说什么呀？就是说啊，就是说这意思啊。您可以休息啊，我休息。于谦于老师不能休息。怎么他呢？我呢？啊，他大爷家里那个动物园啊，动物多呀啊，所以大爷呢得挣钱养活动物去。哦。所以说您明年甭管是济南上海也好，这个队这个剧场盖好了啊，你把10队交给我，嗯，您在家歇着不用演出，嗯，你就来我这儿演出，阿谦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开场啊，我给你每天工资满满的。你那儿那么些个牲口没这样的吧？还没有这么牲口的牲口。这叫什么话？我这给您二位安排的怎么样？我用你安排呀。 啊不是，那您觉得我当队长不行？最起码来说，你大爷这儿都不同意啊。那这样吧，当队长吧，您说吧，有什么考核之类的？无非就说学逗唱吗？哪儿上了你就考核？你这不是？那您觉得我们都是您孩子，都是您徒弟，学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你才这么说，首先说你身体怎么样？身体好极了。比如说放你出去一圈一圈的跑，你能跑多长时间？这不还是狗吗？师傅，在您马也在您那儿，这算什么档次的？对，笼子里头啊，你是笼子科的。我身体好，我在台上盯得住啊，师傅。那哪个牲口都行啊？啊，不是，咱相声不考虑不
考虑身体啊，师傅。哦，行，这是头一道关啊，对吧？身体是没问题，身体没问题。第二个艺术怎么样？艺术，您说学逗唱，唱快板会不会？不会。这么理直气壮的，您这不会。朱鹤松唱这还能带来相应的费用呢，那您找他去。好的，朱鹤松呢？爸爸，我错了，爸爸，我错了，错了。我这人特点就是随和啊。我的意思是啊，每个演员受众不同。嗯，我觉得啊，你像我们云鹤九霄，嗯，很少能有哪个演员能像您二位一样，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俱佳。这句话我很受用。他夸咱，醒醒！哎，对，岁数是大了，不是听着了。大爷，看看我这儿呢，还是来我这儿开场吧。你等会儿，他给我说晕了。刚才还说咱俩该退休，现在咱俩又都行了。他就是天上一脚地下一脚。是啊，那他要干什么呀？你说说你到底干什么呀？看看咱这四门功课呀，行不师傅？不愿意看呐，谁没事看那玩意儿啊？有个别定样啊，比如说你看啊，四门说学都唱，哎，孩子们都挺好的，哎，你也不乐意看。那是咱为什么我敢在台上喊出我能当时的队长？因为你没羞没臊，这是一方面啊，那就没有别的优点了，其中之一。不是，有比其他演员优秀的呀？说来听听。你看现在是网络时代、信息时代、流量时代，嗯，你得跟得上潮流。好，说学逗唱，咱来跳，怎么样？师哥，这句我没听明白。说学逗唱来跳，他来个跳啊？那怎么叫跳呢？跳舞啊。那来个瞧瞧呗，没问题啊。今儿我就不好意思了啊。怎么先打扫打扫？不是，跳舞嘛，把这大褂系上点儿。哦，哈哈哈！弄着我这两条腿，嗯，我可献丑了，师傅。哎，还在乎这个？整个音乐，还有音乐？哪儿？那当然了，相声舞台上还很少有音乐。你试过中医吗？嗯，我瞧这意思，你这大腿根痒痒是吗？你这干嘛呢？这不是大爷，这是五，这是六，这是哪儿？什么五啊？这是我为了今儿得我自己练一个多礼拜，师傅。我还以为要掉虫子呢。这是我精心准备的，还精心准备的。精心啊，设计的，就跳那么一玩意儿。师傅，你也有舞蹈天赋？没有，我来不了。有一天你要去世，就死于解剖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这个不叫玩意儿，这不灵。这个对，马场里有一半动物都会。马场有一半动物都会，嗯，是那马搁这儿，可是，那半比你跳的还滋润。你要不给他钉掌，都能这么跳。对呀。丁长是嘚哒嘚哒的。好啊，没有想到啊。你还有事吗？面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一孩子。你多大？三十。太老性了，长得。是你我。哎呀，坏了，这三十岁就楼了，那是把肺气炸了。二位是不是就是不想捧我吧？咱把话坏了，翻脸了，打开天亮说窗话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说好腿呀、啊。我也不废话了，是不是就不想捧我吧？哎，你看出来了，师傅，我再给您台阶下。好，我看看台阶在哪儿。现在我给您台阶，您现在说我是石队队长，这事儿我就过去了。你现在就要过去了吗？你不等法医来了吗？好，这么挤兑一孩子，你这个便宜话说的有点太便宜了。好啊。大爷，您别乐了，行吗？大爷，您别乐了，行吗？没乐，我这找台阶儿呢。我没有想到啊，当时钢丝节大群里边报节目的时候，我很开心啊。是是是是。师傅说：“张小楠，八马褂。”嗯，我没有想今天是。你没想到的是，应该你得说出来啊。钢丝节大群是昨天才把你拉进来的。替补能上场就行吧，行吧，那就是说这个此生无望呗，师傅。你干嘛别拘束，干嘛此生啊？是每辈子。你怎么净旁边使乐啊，大爷？你师傅说的对。好你还高兴？哎呀，师傅要这样的话，怎么样？我可不客气了。
哎呦，又要跳舞了啊！这不是有点太不客气了啊？嗯，又痒痒了。是我要，我可走了啊！这又他要走了，怎么着？你要干嘛？走，走，还得给台阶啊！听见了吗？台阶，张台阶啊！哦，你要走，他要走，我走，我何必非在这儿呢？石队队长干不了，我这咱这技术，海底捞当个大堂经理，对不对？海底捞哪儿都有，上人家那儿跳去，那可不一边给人抻面、一边咔啦，倒是个手艺。其实走倒没关，您的意思呢？无所谓，不是好，他还得回来。这样的我们见多了。我走了，可没人给您二位养老了。哎呦，没有人给您养老。哎呦，没有人给您送。哎，不是，我们后半辈子也不能搁在狗身上。对，说了。不是我之前的师哥们扒马褂都不是这么让您二位挤兑的呀。你是没看见头喽行吧，好吧，既然这样啊，怎么样，今儿当然今儿我是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，哦，就为了今天这场，嗯嗯，我本来以为是九南哥的登基大典，你也是想多了，我爸我妈啊，我爸的姘头全来了，哎呦啊，孩子这个不能说呀，不像话，我要走了我就祸，那你告诉我都哪几个是不要弄清楚了这些事儿了，咱们见见嫂子们。啊、不会，不会，不要弄清楚这些、啊。既然您老二位啊这么挤兑我、啊，咱们哥仨以后就不要同台演出了、啊。谁跟你哥仨呀、啊？我得找你爸爸去说说这个事儿。这孩子，令孙和令堂们在哪里？啊、好家伙啊！我爸一个，我妈好几个。嗯，令堂们，好了，就那意思，你要走，他要走了，哎呀，好，哎呦呦呦呦，我定了没定，干嘛？要是要走是要死，哎，这不是一样吗？啊，走了，哎，别，别，孩子，我爸拦着我，那倒也没有啊，我来，哎，这个等会儿，别闹啊，跟他有句话，别闹，大爷，没跟你闹啊，没跟你闹，怎么着？你是要走，走了。你走的意思就是说海底捞了？那是刚才可不大堂经理了。德云社从此舞台上见不着你不说相声。我一队长的人，我何必在这当一普通演员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我没明白他这动作。这就是气的，气的，气的抖楞了。年轻演员的范儿，知道吗？哦，范儿。你上海底捞使去，你不是走吗？走啊，走不拦着你，你师傅也没有拦着他的意思吧？拦不住、啊，走可以啊。之前别，哎啊，好、啊，哎呀，别拦着，你别拦着，哎，站住！哎，快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哎，有录像啊，我没碰着啊，师傅。好，怎么让狗咬了？我这次岁数可能是大了，我让狗给我绊一跟头。可说是的呢。不是你怎么意思？这孩子，你走没关系，我走了。你走没关系。不是您听我的，您跟他您也犯不上，要走就走，这怕什么？拦他干嘛呀？我没拦他，啊、我没拦他走啊，他走就走，他把马褂给我脱下来呀、啊。哦，这马褂是我的呀、啊嗯。你在哪儿呢？这张九南师傅，大爷说出句话来，你得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啊、行，说这个马褂我得问问是谁的。您问马褂是谁的、嗯、我不问了吗？马褂谁的？这不是您眼睁看着吗？我穿着呢吗？废话，你穿着不行，是谁的跟您没关系，知道吧？我再给您再跳一段。你再回来、别跳了，满地的虫子啊。人家问了你回答谁的，我再给您跳一段。啊啊，人家的啊，那行，是我的啊，给人家。不能给他，不能给他。凭什么呀？不是我给大爷，大爷要撕了怎么办？你这是人话吗？他吃了爱你哪儿疼啊？我吃大罐干嘛呀？我形容词嘛。啊，人家说正经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能，我这个马褂确实是于老师的，那不得了吗？但是这个马褂我还真的不能给他。为什么呢？我穿这个马褂 啊，对大爷来说有好处。哦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怎么你给我利钱了啊？你花钱了？不是钱的事，你这每月给我钱，不是钱的事啊！跟您二位聊钱就窄了，有原因的。哦，这前两天啊，前两天那个不是钢丝节拉群了吗？嗯，确定好我有演出，对吧？我说这回呢，师兄弟们都在，师傅的粉丝的节日钢丝节嘛，嗯，这么重大的盛典，是我得好好的我捯饬一回，不要穿普通的，就这个卡丹黄布料的大褂了，显得俗啊。
对，你看我师傅大于老师这穿的那大褂多好啊，咱穿着不一样的，找一身马褂去。当时呢，本来想上您家找您的，嗯，但是您忙，我就没去。哦，后来就去于老，于老师家里有很多呀。是，哎，大爷呢出去了，就是大娘在家呢，嗯，就问大娘啊，大娘那个过两天钢丝节嘛，不是？我说想穿身不一样的大褂，对吧？找一个马褂，显得这个显身份，帅气一些。小伙子今年34，确实也不错啊。哎，我听不见流言蜚语是吧？然后呢，我说于老师这个马褂多一些，我借着你一件，我穿来行不行？嗯，大娘说好啊，嗯，家里很多呢，你试去吧。试完这件，挺合身的，嗯，穿吧。我刚要走，大娘拉着我，说这个马褂给你穿行，但是不能白穿，不能白穿。说呀，因为什么呀？说这个啊，说这个于谦于老师有时候在外边说话云山雾罩，招三不招两的，哦，老让人发现他话里的漏洞跟破绽。嗯，让人一指出来，大爷脸上挂不住，回家竟拿我们娘俩撒法子，我也很难受啊。你在外边啊，你跟大爷关系不错，你碰到有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你帮你大爷把这个话往圆圈了说，不要让人发现这个漏洞跟破绽。嗯嗯，这算你啊，帮你大一门，算你帮你大娘一门。嗯，哎，这马褂不让你白穿，你要说这事办得好啊，等有时间，你大娘去找你师傅去，跟你师傅说让你当师弟队长的事儿。对吧，你大娘说话有分量，对吧？没看您乐得这么开花过，你知道吗？这说的高兴的地儿了啊。看咱这队长这事儿，你大娘挺好的啊。好不好您还不知道吗？行了，擦擦汗，擦接着说，擦擦汗啊。要是让他这么一说，这个事儿也有道理。有什么道理啊？上您家里边啊借马褂去了啊，嫂子说说您在外头说话云山雾罩。谁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？你先等一会儿，谁云山雾罩？说您在外边说话经常让人问住吗？谁让人问谁？这都谁他说的？说的呀，你听他的干嘛呀？不是你听咱们俩这么多年，你听他的干嘛？他我也不听流言蜚语，我对吗？哪儿就是我说话云山雾罩啊？我，您还不了解我这么我都这样，就我这身份，要不你也跳个舞吧？云山雾罩，我怎么了？我就云山雾罩啊？不是人，他刚才说嫂子，就是你听他的干嘛？我就这份儿，我能云山雾罩吗？咱们说话有理有据。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该做的事儿不该做的事儿，咱们都分得清楚啊。那是应该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是应该的。你老说这咱们规矩啊啊啊，不从不多说话。是是是是啊，不该干的事儿咱不。前两天啊，前两天咱们不是出国巡演吗？啊，对呀，啊，对不对 啊？出国巡演，这先是澳洲吧？那是澳洲，咱就演完了以后，嗯，咱们中间休息一礼拜，您不是就奔美洲了吗？嗯，您奔加拿大了吗？对 对， 对， 对，我就回国了，我干嘛来了？是您走了几天？当对呀，啊，我走了，有一礼拜休息的功夫，我回国了，啊，我回国，我参加我自己的这一个事情，我来把这个该做的事情我都处理好了，我再追您去嘛。啊，做事有条理。那是我应了人家，我必须得做嘛。哦，做完了以后，那咱心里踏实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该做的事情做完了，嗯，我上美洲找您去，嗯，坐的飞机什么。来回来去多累呀，啊！可不容易，咱们是不辞辛苦，要干的干应了的事儿要干啊。嗯，嗯， 是飞机上，哎呦，您看北京变天了，嗯，再往那边走，飞机上热，对对对对，受不了，我这整个我这那很难受，在飞机上就热的不行，我说怎么这么浑身刺痒呢，好热呀，嗯嗯，我这难受，我再脱点衣服可能就好了，穿太多了啊，我就脱呀，嗯，脱，最后就不行就。脱光了，整个全脱光了啊！哎呀，痛快了，高兴，但是咱们做的事儿做了，对不对？国内的事儿咱们安排的非常平整。于老师，那咱们在飞机上脱光了不碍的。哎，于老师，对吗？于老师，这信守诺言。于老师，于老师啊，您在国际航班上脱光了，我上加拿大，我肯定得国际航班啊。脱光了，您听着新鲜，您听着新鲜，遇人这事儿我肯定得脱光了啊，我不脱光了我怎么办啊？就是您这个状态，您应该当黑粉去，就是拿着不是当理说这样。好了，我脱光了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
么能在飞机上脱光了呢？怎么我就你干嘛？你不信啊？不，这不可能的事儿，你问他去啊！你问他去、啊，这狗知道？那是这。他那时候跟我一块去的，你不是换了几场活吗？他跟我一块去的，有回来的，有去的。光屁股牵一狗上飞机，反正他看见了。哎，阿全，喂，怎么着是吧？爷儿俩这暗号对的还挺好。有人上飞机啊，北京飞加拿大啊，飞机上热，是，他一着急就脱个一丝不挂，嗯，光着身子在国际航班上。哎呦呵，这可能吗？这个事儿？是，我就说您退休吧。你看，您这脑都糊涂了，怎么可能？不可信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说，干什么？我再给你来扫，我你少来这套，少来这，我学会了，我给你闪。啊！你别弄这个。您什么意思？我说的啊，就这，我在飞机上脱光了，在飞机上脱光了，对了，一丝不挂。我，您说的，对，就是您。这事儿没有。有。来吧，九南啊，哎，师傅，请张队长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师傅可叫了啊，张队长啊。来，你现在是圆谎队队长。来吧，不就是在飞上脱光了吗？对呀，对吧？这是人身自由啊，想脱就脱光了。不，人不能太自由，违背公序良俗啊。哦，那就是这么回事啊，就很简单。于老师在飞加拿大的航班上脱光了，是的，一丝不挂。嗯，这很简单，师傅。怎么就很简单了呢？您想想啊，您想想，然后您明儿告诉我啊。哎，回来，怎么着？他在飞机脱光了，我干嘛想一宿啊？您不纳闷吗？我是纳闷啊，他不是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一想就想出来了。那你想吧，这么回事啊，咱得从大爷这个三大爱好说起。哦，大伙儿都知道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都知道。咱得说什么人才能烫头？你得发量多发量密才能烫头，不是我说，有人您想烫还烫不了呢，是吗？是不是？我烫不烫碍你哪成啊？就是我那个大爷发量很多啊，很密，这还是上岁数了。年轻时候您再看大爷那发量，还跟那萨摩耶一样，发量密呀。大爷不光是这个头发多啊，身上的汗毛、腿毛、大胳膊上的毛多了去了，胸毛有的是，对吧？然后呢？正好就赶上那个前日子上那个航班嘛，到这加拿大，对吧？怕这个冷啊，北京那时候冷啊，事先穿一秋裤，完了出事了。穿秋裤出什么事啊？您看啊，这头发大一烫它软了，所以它打卷，没有说烫汗毛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大爷那腿毛啊特别硬，好，就跟那个野猪那鬃毛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往下一根一根的，没有这么比的，就是说它硬。哪种野猪？没有这么比，硬硬。然后呢，这个腿毛啊，大爷这腿毛顺着腿的皮肤往下长。废话，谁腿毛往上长啊？可不是往下长吗？枪着有静电。细致描述的细致吧，有点太细致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穿秋裤呢，顺着腿往上穿，出事了，对吧？这一穿，这好多这腿毛啊，从这秋裤这眼里啪就扎进去了。哎呀，当时那个腿那毛啪就这样，嘎嘎嘎就这样。大照镜子一看，好，两根铁棍山药，可见他多足蹦，是吧？上飞机呀。往那一坐，这样还上什么飞机？找地儿展览去吧。他去美国演出去啊，哦，票都卖光了。上飞机一坐，完了出事了。那毛本来啊，让秋裤一蹬就直的，一坐啪就扎进那飞机座椅去了。有的扎进座椅了，有的一打折一打弯，啪扎回来了。打一坐啊，这样。我要是你媳妇儿，我也不爱你。这什么？我长一身链子枪是吗？我来回扎，好家伙，嗯，就这么一路忍着，嗯嗯嗯，到美国12个小时、28个小时吧，嗯嗯，到了美国下了飞机，好，空姐一开舱门，大爷操，嗷嗷就窜出去了，啊，直接就找一厕所，都没出机场啊，脱裤子，那哪儿脱秋裤啊，往下愣撕啊，呲啦一下啊，腿毛啊啪带下一大片来呀，啊，全是血呀，啊，出机场了，然后回酒店演出吧，坚持演出。这个精神是好的啊！你说什么呢，跟着？
坚持演出啊，坚持演出啊。让他说。不是，我都下飞机了，啊，我都下飞机了，没有，我在飞机上脱的。跟题目不一样。是啊，我没说完。在飞机上就已经一丝不挂。您听我说呀，你倒是不，你说完这他已经下去了。不是，我是你听我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能让他过安检，你知道吗？您听我，您二位听我说，您二位是没有日子。你倒是说呀。啊，到了美国就演出，啊、演出大就愁。这时候已经过来了，我回北京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在春秋部不还得扎我一趟吗？当地主办方找了一个整形医院，光子嫩肤，女孩做的，您可您二位不太知道啊？我都啊，拿那激光把那毛打下去，光了，对吧？一打下去，这回这皮肤，哎呀，细腻呀，嫩呀，婴儿一样。春秋部不扎得慌了，对吧？坐飞机舒服了，等于是把这个毛脱光了，在飞机上。明白了吗？不对，不对，您再回回手吧。脱光了，知道吗？当事人并不满意。你说的这跟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。飞机上，哎，就在飞机上，对，同着好多的乘客是吧？多新鲜呐！你这我自己我脱什么大劲？没观众脱什么脱？对，高兴啊。哎，怎么乐出事来了？简单，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嗯、说来听听。您这么聪明睿智的人，您那我也没见过飞机上光屁股的。您看啊，嗯、坐飞机，飞机您这么多年坐太多次了，那谁对吧？咱说啊，有那个豪华飞机，对，咱不是说一层的，啊、就是说公务舱、头等舱，大伙儿或坐或躺，不是，啊、豪华两层啊，有那个呀？您是有吧？有啊，就是底下那层，啊、大伙儿公务啊、头等啊、经济啊，都坐着都躺着。嗯，二层单独有这么一小屋啊，是有吧？来能洗澡呢，跟酒店一样，对吧？那个卫生间、电视、空调什么都有，嗯，大也不差钱啊，嗯，就坐这个，关起门来，啊，脱光了，那也属于飞机上啊，它有一个独立的舱位啊，那个不是，哎，九南怎么了？经济舱，和人民群众在一起，不是你说的像阿联酋那个，不是那种。经济舱，经济舱跟大家在一起，全是人。经济舱，对，一层六个人那种一排。您出国坐经济舱，我就到那儿拖去了，人少拖着没劲。嗯，怎么着？明白？你看，安排吧。嗯，简单。好，咱们这个还得从大爷这个爱好说起。哦，说了吗？抽烟喝酒烫头。啊、说了，让您说、嗯、这个爱好得持续很多年。那当然。证明什么呀？嗯，打从烫头开始说啊，大爷这个人潮，潮师傅，他不是骂你啊，说我潮哦，就是跟得上时代，跟得上潮流，那叫新潮。哎，对，新潮。对，什么时候后来你看玩摇滚，弄电影，跟得上时代。嗯，这个人的心态永远属于年轻一伐的心态。那也不能光屁股呀。您听我说啊。前些日子大爷爱好什么呀、啊、就是这个纹身。纹身，纹身。你接着说。哎，纹身。纹身它是。您别生气。你说你管我干嘛？纹身是有讲究的。嗯，纹身有讲究的。你看，纹身不纹下山虎，下山猛虎反噬主。纹身不纹睁眼关，睁眼关公杀人间。纹身不纹小哪吒，龙遇哪吒命丧牙。要纹就纹喜羊羊，眼睛越大越漂亮。对吧？按说是有讲究的。不怕这个，这边纹一个下山虎，这边再纹一上山虎，这边闭眼关公，这边再纹睁眼关公，都相生相克。这身上有这么些地儿吗？后背。他纹一拔扇屏，这身上。但是这些啊，不是说大爷最爱啊，最爱的纹一什么呀？说到这儿，我真挺感动的。为什么？这事儿您都不知道。说来听听。大爷带我们去的，大爷这左前胸口啊，纹了一个您的头像。对，纹您头像、啊、您是最好的哥们儿、啊、最好的朋友，左前胸口您的头像，右边是大爷那拜把子兄弟，谁呀、啊、就那萨摩耶，我跟狗站一块儿，我没什么意见、就是纹的就是咱们仨现场演出的照片是吗？然后呢，纹的好啊，大爷就纹的好，大爷喜欢，我们也喜欢，大娘也喜欢，然后呢，这个你就说事儿行不行啊？喜欢闻啊。后来呢，闻的时候啊，这儿闻一个，那儿闻一个，这儿闻一个，那儿一个，出事儿了。这出什么事儿了？大爷是个有名气的人，
有腕儿。一说想要纹身啊，很多纹身是争先恐后给大爷纹身去。我做这买卖。对了，但是这就有这个技术高低之分了。嗯，有的纯是为了拿大爷打广告，技术其实不怎么样，就在上面纹。嗯，那到最后就纹的有好看有不好看。你看看，大爷有时脱光一看，这实在是花里胡哨的，不太美观。嗯，大爷就想一办法，找一个这个世界最好的纹身师，整个身上纹一黑大罐儿。不是您二位这身儿 啊，就是比较经典那个，这边有、那个啊。他这不带条的纹。对对对，啊、黑大罐儿。大爷想，以后上台演出我不用换衣服了，我一脱我上台了。要问一下，他纹出白袖口了吗？也有，也有，也有。哎，纹完了就美啊！上飞机，上飞机，上飞机啊！坐经济舱，正好坐中间，又热又挤得慌，挤实在难受的不行了。上厕所脱，脱光了出来，没人能看出来啊。空姐一看，哎呦，于老师您真敬业呀！啊，上飞机还穿着大褂，你看明白了吧？在飞机上脱光了，但是因为身上纹着大褂，看不出来，所以没事儿。脱光了，你说的真是人话。看不出来，我脱的干嘛呀？我好容易费这么大劲脱了，脱完人看不出来，当事人并不满意。就是您脱，就是非得让大伙看着。废话，脱了还不让人看见？对，敢做敢当啊！明白了。你说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明白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想复杂了，师傅。哦，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想复杂。你看看，大爷是去这个加拿大，是国际航班，对，经济舱。嗯，这个。大伙儿知道国际航班一飞七八个钟头十来个钟头必须得管饭，你看有的那个一俩小时的飞机他就不管饭，这个必须管饭。飞机平飞之后啊，空姐就推着这个餐车就过来了，您要吃什么呀，您喝什么呀，对吧？推着餐车就过来了。餐车嘛，你坐过飞机吗？坐过呀，师傅。系安全带。这是打车打惯了。然后呢就问于老师，您吃什么呀，您喝什么呀？大爷点点吃的，点点喝的。飞机上每个人都吃，每个人都喝啊。嗯，飞机这个东西颠簸气流，对吧师傅？对，遇着气流来回来晃，正好那天赶上气流颠簸，飞机晃得贼厉害，哇晃，没来得及收啊，飞机上所有饭水全洒了。好家伙，当时飞机里都乱成一片，乱七八糟的，大爷脸上还一块牛排呢。然后呢，空姐一看，空姐疯了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飞机都这样了，还得飞好几个钟头呢，那怎么打扫啊？大爷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呀，心善呀。大爷一看空姐哭了，梨花带雨的，过去先把这空姐眼泪擦干了，没事，宝贝儿啊。大爷帮你收拾，有这登机箱，就是这小的能登上飞机的这个箱子，拿出来，大爷事先里边准备好这个伸缩墩布。伸缩墩布，我带着墩布走的，俩伸缩墩布，一个伸缩桶，飞机厕所里打满了水，头墩布，空姐来，你擦那边，我擦这边。空姐说：“我没干过这活儿，没事，大爷带你擦。”两个手握住空姐的手，握住墩布，擦擦，也就是拖呀，给机舱里那地拖得特别干净，都反光了，就是这么个在飞机上拖光了。接着说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我看在他的面子上是吧。哦，不是脱衣裳脱光了，哎，把地脱光了，脱光了，对，这么回事。哦，原来这玩意儿，就我这人说话吧，就是爱省事儿。平常他们听不懂，是是是是是，对不对呀？你说我在，我就是乐于助人嘛。那看出来，到哪儿都做好事儿。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，对吧？该做的事儿就得必须做，对；不该做的事儿就不能做，哎，对吧？他刚才提起我那三大爱好啊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这不是您常说的这个？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我还真有这爱好，嗯，都是。但是我琢磨这爱好。确实真是有的不好，
哦，您意识到这一点了？我真的意识到了。你比如说这个喝酒啊，我觉得那就不好，不好的事咱就不做呀。你看看，再者说了，咱也真看着过那个不好的，嗯，对吧？这要想这戒酒快的，醒眼看醉人，对，对不对？咱们清醒的时候看见他喝多了的，他真就洋相百出，他不好看。嗯，我就准备戒，准备戒，没戒的时候我也喝，真喝多了一次，真难受。哎呀。啊，哎呦，那就喝的那天也确实是喝多了，喝多了就不省人事了，不省人事难受啊。嗯、后来我这怎么办？我吐又吐不出来，最后我就喝死了。哎呦，我就最后就是实在是睁不了眼，我就死了那次就。于老师没醒过来，后来他们就说于老师叫半天没醒，干脆烧了吧，烧了就是，整个就死了，就烧了。不是，哎，后来我一想，实在是不能。于老师，您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我，哎呀，我可能我，这个有的是人说话是这样。好家伙，我都快穷死了啊！哎，你真死了？不是死了。哎呀，我都快气死了嘛！啊，你说他是死了吗？他不是。于老师说这个，我这个就死了。他其实是个形容词。没有，真死了。我就喝死了。我说人家叫我喝死了，这人死了。我都烧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还表达的不清楚啊，死了，烧了。好，那您节哀吧。怎么了？干嘛节哀？你不信啊？我不信，你问他去啊。快来，有业务。什么事儿？说有人爱喝酒，把自个儿喝死了，然后就火化了。这是这个人。刚才亲口跟我说的，胡说八道，说什么来着？这要不又来着？又来着？怎么这要这回您躲不开？您信不信？废话啊！你干嘛？你怎么的？要不脱了？什么事儿？您说，喝死了啊？烧了？就您喝死了？对了，烧了？对了，这事大爷说的，没有？有？你看，来吧，有吧？这位死者，请到这边来啊！哎呀，对，来这个。这么回事，这事你说明白了，你十队到四十队队长都是你一个人。以后你的任务就是给于老师看骨灰盒。富贵就在一念之间呀，那错不了，富贵险中求，险中求，险中求。他是这样，师傅，说来听听。这个我这就是这嗓子有点不太舒服。哦，我这嗓子有点不太舒服，就是也是。是不是已经难受死了？不，我还能坚持。哦，我请一个好朋友，好朋友，然后帮助。您解释这个事情好不好？就你这样的人还有朋友？我们那个汪汪队的，哦、汪汪队的，那牵出来吧。好，高老师，高老师。哎呀，这不是高峰高老师吗？哈，狗师傅您好。叫谁狗师傅啊？这狗的师傅、嗯。后台您都听着了吧？啊、我知道这意思。穿这马褂的事你也了解了？你也可气，你非穿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就于老师家有啊，那跟装过一样，你真是的，又给人说不上来了。这说死了烧了，这怎么解释啊？眼睛站着呢。你穿着马褂，你说不上来，你把我叫上来干嘛？好面儿吗？这不？你说，他说七遍，你说这么些遍干嘛呀？刚才快板你就没唱来，这成话了。我不跟你说，我说这个，你穿着马褂，我给你解释上来，累得我四脖子汗流的，与我有什么好处、啊？哎，人家说的对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不想娶我姐了？嗯。哎呦，好、哦，哎哎呀，害臊了，害臊了啊！哦，你们还有这么一层关系？我是他小舅子，您不知道？我哪知道去？这是哎，柴柴，好好说。不是。你哎，姐夫，哎嘿，你再来身脆的，姐夫，咦，哎，不，各位，你没见过他姐长那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说了算吗？这事儿？当然了，我让他嫁谁，他就嫁谁。啊，你之前让他嫁过谁？我先听听。你说了可算啊？当然了，我也喜欢您。好，我以为你也喜欢你姐呢，好吓我一跳。行，这冲你姐这事儿，咱我给你办了啊。这事儿您得帮我。行，怎么着？什么事儿？你姐死了是什么话题？不是，我姐死了。谁死了？您想冥婚呀、啊？是怎么着？我是这有个于老师啊，说他喝酒喝死了，烧了，让你姐嫁别人。上来的就别走了。于老师喝酒啊，把自己喝死了，对，然后已经烧了，烧了，这不在这儿呢吗？我也说不信呢，你。但是他自己不信。
他认为他已经火化了。有，有啊，有。好嘞，来吧，啊，你姐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您放心，你放心吧，来吧，您放心。有。啊，那狗姐夫说说吧。哎呵，于老师他已经喝酒喝死了。哎，不用圆谎，这不挺好的事儿吗？这不，什么叫好事儿啊？得让大伙儿明白，人在这儿站着了，怎么就喝死了？对啊，人在这站着呢，他。要不您回避一下，我这回避他，我也是喝死了。对，人站在这儿呢，证明他起码现在他没死。那我是这么说呀，对吧？但是他之前他已经喝死了，哎，然后已经烧了，对对吧？咱说这逻辑没错吧？对，这道理您明白了吧？我懂了，哎，懂，他懂了，嗯，懂了 ，OK 了，哪登记去？回来。哪儿都登记去、啊？你不懂了吗？问题是人在这儿了，怎么可能就？对呀，咱先把这课题咱先捋明白，对，咱说清楚了，没说错吧？对，哎，于老师在这儿停着呢。什么叫停着呢？在这儿怎么样？站着呢，没有，在这儿，对，在这儿站着呢，站着呢。他怎么能就死了呢？为什么呢？你说呢？你问我呀？哎、我知道啊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憋着要他姐，我得告诉你啊。你说吧，这不乱套吗、啊？是吧？他是这么回事，你跟他就不乱套了是吧？这个他是这么回事。嗯，于老师这个人呐，他最喜欢小动物，是的，对吧？是养了很多的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浮的、草坑里蹦的各种生灵，他都喜欢养活。我介绍过，哎，那就算对了。嗯，那就对了。动物当中啊，他有这么一种情况。哦，你比如说现在呀、啊，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呀、啊，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。在这个这句就不要说了 啊！您解释一下，人为什么会没了还在这？你别忙啊，他不得一步一步的吗？啊、对不对 啊？从大十二开始、啊。对，我说的是这种天气情况。嗯，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 啊，冷啊，冷，对吧？很多小生灵、小动物到冷的时候，哎，有这么一项啊生理现象，那叫冬眠。哦，哎，冬眠呐，朋友们。在医学上啊，还有个名词叫假死。嗯，它是一种假死现象，就这个生物啊，在受到外界的刺激或者捕猎的过程当中啊，它是收把自己所有的感觉器官收掉，不消耗自己的能量与脂肪。外人一看，好像哟，于老师你怎么死了？其实冬眠呢，很圆满。朋友们，等会儿。他冬眠呢啊，冬眠了啊，他冬眠呢，冬眠之后可火化了，还得火化呢，多新鲜呢，烧成面儿，对，哎呀，这个烧了是吧，姐夫，对对，呵，行，没你，我给你找个凳子，不用，我就站那儿就行。哎呀，他这个冬眠，他当然他后来醒回来了，那是，所以这作废，这不算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吧？作废，那个于老师，你还是那姐哈？对，您放心吧，啊，没整容。喝酒把自己他给喝死了，哎，喝完他怎么还火化了呢？可说是的呢。哎呀，于老师啊，他是这么回事啊。他那么回事，您注意啊，我听着呢。哎，他这个他因为喝酒啊，说实在的，不知道哪位朋友您是喜欢喝酒啊，说的冒犯，请您原谅啊。嗯，您不用客气。酒喝多了确实对身体没有好处，那是，对吧？有那个喝酒喝的，有那个身体坏半身不遂的，嗯，有没有？有。哎，半身不遂，于老师喝酒啊，就是上半身不遂。你等会儿，上半身一不遂呢，不像话，不像话，他就啊，没有上下不遂的。半身不遂嘛，半身不遂也是竖着呀，你这上半身不遂啊，后半身不遂，啊，后半身他不遂了，是吗？我前半身就遂了，他是左右半身随谁了？随谁呀？随谁也不遂，哦，左右半身全不遂，植物人，他植物人了，哎，你看又话，哦，不能火化植物人啊。哎呀，方老师，我劝劝您 啊，您想好了再说。您说这都不像人话。不是他姐姐，不是您打您说这上半身不随，我就想拦着您。是，我还左右半身不随，还对眼，我还往一块不随，我这个啊，咱觉这植物人啊，还得死了，多新鲜，烧了，还得烧完之后还得拿起来一字写出来，一架黄粱。那倒没有，他还有一种没遇见白沙撒字儿，天笔改字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是这别忙，这不行，这也作废，哎，作废啊！对，再换一个。他是这么回事，他姐姐得多俊，你至于这样？哎呀，长得跟我一样。
呵，他姐好看不了啊。他姐有外号叫什么？赛侯镇。好家伙，我就喜欢脸大的，我喜欢脸。他是那么回事儿，哎呀，回事儿吧？您绕住了哦，您绕住了，来吧。这个于老师啊，他的身世其实说实在的，您不大很了解。哎，您光跟他台上合作啊，您别看郭老师的台上就于老师家里这个那个，那都是节目需要哦，假的。哎，真正于老师的家庭，嗯，郭先生，您并不了解啊，我不太清楚，朋友们也不了解啊。啊，于老师这个人呐，其实啊，双胞胎，嘿嘿，我们一没辙就双胞胎，哎。双胞胎，他有个孪生哥哥叫冯其清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他们哥俩呀，哪儿？你先等会儿吧。冯其清能跟我这孪生哥哥吗？一个随爸姓，一个随妈姓，这很普遍。他长得特别像，其实喝酒死的那个是他双胞胎那哥哥，那个烧了他自己，他还在这儿停着呢。哈哈，别听他的啊！您是卵生，没你，你才蛋夫的呢。卵生兄弟吗？没有卵生，我冲你努嘴，你认了不就完了吗？凭什么？哥一个，冯其清挺好，独生子。没有，没有，哎，本家不承认。哎呦，这也不行，没有说服他。你这都不行啊！你这怎么弄？你说，您再想想。我对了，我不用想，我干脆我其实我知道，我就不想告诉他。那现在可以了。他是这么回事，说来听听。他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因为这个于老师喝酒喝的比较多了，哎，可以说是凶酒啊。哦，凶酒，那字念凶啊，那字凶酒啊，凶酒喝得很凶啊，那酒啊，哦，反正很了，喝得很多，家里人担心呢。嗯，家里人担心，你说你要这么喝下去的话，我们酒就不够喝了。是吧？我家全喝呀！啊，所以你这个酒你喝不是担心你死啊，是怕不够喝的。对，我们必须我得控制 啊！咱家这直谷大狗粮，我告诉你下去太快了，这不行。兑水吧？哎，得兑水，兑水干嘛？你别搅和我！你说你管我干嘛呀？他是那么回事儿，他是啊，他这个得劝他不要让他喝酒喝太多了，因为什么呢？酒是穿肠毒药，骰是刮骨钢刀。是吧？这您会背吧？财如拦路猛虎，爱气是无烟火炮。嗯，但是这就是形容。比如说吧，明天我结婚了，我娶她姐姐，我给您送请柬来了。哎，郭先生，哎，明天我要结婚了，哦，请您喝喜酒。我不去，您去不去的我也得这么说啊。哦，你要说别词儿就不像话了。比如说啊，郭先生，嗯，明天我娶个刮骨钢刀，又或我请您喝穿肠毒药，嘿，这就不行了，那不像话了。哎，但是说明一个问题。酒喝多了对人身体就是没有好处，酒要少吃嘛，是要多吃吗？是的。哎，所以家里人劝他不要再喝这么多了啊，少喝一点。于谦不听，我不行，我就得喝，来两瓶，他还要喝，来两啊。哎，他非得喝，家里人想怎么能想办法吓唬吓唬，刺激刺激他呢？啊，刺激刺激他。你看那个香烟上，嗯，不竟有那个图案吗？对，抽烟抽多了，肺烂了，是把它印在烟盒上，您一害怕。哎，连羊杂碎都不吃了，羊杂不敢吃了。对，他这个他家里人想办法了，吓唬吓唬他。嗯，怎么吓唬呢？也是在网上不定哪儿学来的，找人呢做了一个跟于谦啊一比一一样的这么一个模型。一比一才这么大个儿，没有这手，就这样吧，一比一，呵，也弄那个银丝卷的头型，您知道吗？银丝卷的头型，呵，一脸的褶子，小胖手，根儿急了，您知道吗？啊，栩栩如生了手办。哎呵，大个的啊，一比一还原的，可说是呢。弄个大棺材，把这行子就炫里头了。什么叫这行子呀？假的吗？不是，是炫里头了，其实是馅儿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面揣里边是馅儿的啊，豆沙的。哎，然后大操大办，办白事，搭的是齐脊天棚了，钟鼓二楼过街牌楼，好，蓝白纸花扎的彩排，这个罐儿就不要了，写三个字啊，不要这个了。可以，可以的。大办白事，找着棺材了啊！哎，就为了吓唬吓唬于谦儿，是让于谦儿一看，哟，喝酒之后马上就死了，嗯，就是这种结局啊，马上就要猝死了，嗯，猝死之前呢，得给他喝点什么这个豆蔻啊，哦，什么丁香啊，桂花呀，喝点这个，耶，哎，你是昨天看了我的演出了，哎，对对，喝完之后火化时就香了，那多好，嗯，然后这很不错，然后这个于老师一看，哟，我死了之后就这么寒蠢呢，嗯，得了。我就把酒记了，不喝了，火化这个假人吧。嗯，这么回事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哎，哎呦，您不用鼓掌，不是，是他告诉我这就是，不是，人家还不是，人家豆沙的不承认，
不是，没有，就是我烧了。你使这干嘛呀？你不用跟我对暗号，您弄六传统活穿起来，该不是还不是，您知道吗？这脸有白社会的啊？那不是，是1.02的啊？那不管，这真是有点过分了，哪儿的事儿？你，哎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都不是，一你全不是，嗯，真是你死不死？你这哎这什么话？不是他不得死吗？他是死了？他是这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他主要还得烧了。老乡们，你鼓励鼓励我。哎呦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还不如人唱快板的。我说是呢啊，他是啊，他是这么死的。怎么死的？于老师这人朋友特别多啊，那是上加拿大他都去过，加拿大有他朋友，美国哪儿都有他朋友，有日本有也有他朋友，有嗯，他跟日本朋友也在一块儿经常的喝酒，哦，喝那喝日本酒，他喝人日本酒，让日本人喝咱中国那个二锅头啊、鸭西窖啊、加酿啊，让人喝咱这个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互相的换着怎么喝，嗯，日本人酒量说实在的不如于老师。好，哎，于老师酒量这么大，于老师就想把他灌的，你怎么喝？你们还不死呢？你咱一块喝死就完了，我咱就这么死吧。你自杀来了？哈，日本人喝也不死，他也不死。哎呀，俩人全不死，怎么办呢？全不死，日本人也想把他灌死啊！日本也高兴了，高兴。哎呀，这个于谦人说中国话不是太利索。嗯，于谦，你这个人啊，为什么喝这么多，你还能喝？对啊，于谦，你真是死拉死拉的。哎，喝，你注意这话没有？于谦死拉死拉的，于谦死拉的，死了。日本人说的，于谦死了死了的，等会儿，死了死了的，那烧了怎么办？日本人说的是 soga soga， 他没听清楚，嗯，烧了，哈哈，这么回事儿，明白了吗？这就够底了。那下于老嫂，我都传了，没听说过，再回登记去，说这对吗？啊，行，这勉强过去了吧。好，我跟您说呀，哎，就这，你就要不说咱们都不懂我说的话呢？是是是，对吧？但是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嗯，您还打算干点什么？对，我就不干什么了啊。咱们巡演也完事儿了，对对吧？这个咱们这个钢丝节演出季也最后一场了，圆满成功。回去我就休息了。是不是在家里边我看一看马场转一转，我就休闲了，没事了啊，弄一杯茶骑着那儿在马场玩一玩，看一看动物，嗯，跑过来跑过去多开心，是吧？我的小马也多，对，哎呦，跑起来漂亮极了，哇哇哇哇，你就端着它看吧呀，从这儿跑过去，从这儿跑过去，哎呀，从这儿，哎呦，飞起来，整个啊绕着我那马场整个转。是我听错了吗？我拉着马车，拉着马车飞起来，然后就还冲叫我呢。哎，那玩意儿通人性，您知道吗？飞起来，你敢杀？死拉死拉的，怎么了？我这形容的小马叫我呢。刚才我没留神，马啊，飞起来了。是啊，飞起来了，还叫我呢。所以我叫你一声，你敢上来吗？哎，当时我说你叫啊，叫完我就哎。马武松啊，马武松！哎呦，我就上去了，上去坐在马车上，小马拉着我就在我马场整个转呐、哎、转呐，我拿棍给你捅下来吧。转，哎呦，您就不跟叫我，我跟着好玩啊，转转转转晕了我就吐啊！哎呀，吐我就比喝多了难受，哇哇吐吐，哎呦，难受极了。您等会儿，您怎么了？越说越不像人话了。怎么了？您说的这人怎么可能啊？你不信呢？我不信，你问他去。来吧，二位哈。有这么个人呐，这家里养了好些个马，嗯，这马能飞，胡说八道，天上一圈圈飞，呵，还坐着车上，把这人弄着车一圈圈，然后就吐啊，吐的满天都是啊，嗯、这事儿可能吗？不可能，哎，这事儿我说的，谁说的我也不知道，怎么呢？马褂不要了，哎。